就直接手伸出来把东西吐在自己手上这样子。哇！然后老师说、啊、算了算了，你去外面把它吃完，然后他会把手上的东西吃回去。有有有！我旁边看到就笑的超开心，我靠！他讲牛啊！真的，真的现场看到这样子，真的是哇操！反刍大赛，哎，真的是很角色，靠！我的天哪、啊，很角色，开打喽！开打喽！开，应该超点串流的，可以啊！按下去反刍大赛，反刍大赛，就直接要反刍大赛。哎、然后等下就是后尾实况就有人说，哇塞，今天的轻松高校的主题也太奇怪了吧，哇好想听喂，生物课啊，就是生物课的部分。好，各位同学，我们今天要上生物课，等下来反刍大赛啊。我的天哪、啊、上课啦，好啦，耶、yeah! yeah! 同学，我们这边有椅自备椅子，你怎么自备一个高跷椅出来啊？没有，我的椅子，我的椅子比较高啦，对，嘿、oh, OK OK， 你只会动哎、欸，你不用，我也想要那个椅子，你想要，你可以自己到时候准备一个。我们今天有个同学跑去干大事了哈，嗯，哦、oh, ，去抢劫，他除了。这个上课以外，私底下还晚上还有去一些兼职兼差，比较辛苦，好辛苦。今天去大干大事。今天呢没有什么特别活动，不过我讲一下今天更新的东西啊、哦。好、哦，今天任务全部更新了一遍，然后有一些一直没解任务。安安，有一些没一直没解人没人解任务，有变、嗯、变得奖励好一点点。哦、oh, ，好。然后呢，我们的商人那边有一些大变动啊、哦，像上次会说，就是那个重置时已经开卖了，耶、yeah, 哦！但是重置时呢，它的价格是随着物价每一周是不太一样的哦。哦，会有随机，就类似大头菜一样，你们可以看一下价格这样子。嗯，好，每周上架先看一下。还有热食部呢，也开始收购一些那个蔬菜食物，会有四种。蔬菜那这边因为想说不要让单有人那个垄断所有的市场，所以到时候有换的时候呢，你会看到四种，那你就选择其中一种把它换完，另外三种留给别人。好，然后它可以换的次数也是随机的哈，然后有些可能可以换的很多，也可以换的少，这也不一定。好，再来还有我们新增的一个拉霸老师饺子机，嘿、欸，老师饺子机，有空可以去玩看看啊。那里面我先讲啦，他那个几率就是赔的啦，应该是会赔啦。啊，你运气好，如果赚的话，那是你的运气有问题。好，你的运气问题。然后、嗯、校长都说赔了还玩吗？这样有想玩吗、啊？看呢、啊，越出动越我刚刚自己笑玩呐、啊，不知道什么。我拿了大概5组钻石，越玩越多，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哇，看来你很会哦。但是几率上是调是会亏的啦，哈，你们就是大家自己玩看看这样子。好，还吃，自由活动，很脆很脆。耶，自由活动，自由活动，你要去大声吗？你要去大声，那个吵的声音。吵。我要玩那个。Hello。我要去看脚酱油玩。你要看老师是不是？先买一杯。那我要没有投钱，然后跟校长讲。10块钱，中奖了7倍，2个苹果，1个马铃薯。没有啦，他一样的才有。要一样的、啊，三个一样的。苹果，苹果。哎、欸，你怎么把苹果拿下来了？哎、欸，苹果被拿下来了。哎、欸，老师，老师，有人直接伸手，直接有人摇机台，有人摇机台啊！人造假，摇机台会报警哦，会报警哦！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完蛋了，直接把机台的东西抓下来，他直接把机台玩坏、欸，玩坏了。我刚刚停止，苹果在我手上。有吗？是吗？哇，又多了一个苹果！哦，有了，有了，重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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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快了！有吗？有啊，那个中奖的话，箱子里面会有东西啊。你要，没错，你刚刚应该是有按停止吗？对，你按停止。哇！没有，再来，再来，再来。太白痴了！其实在想这个可以目测吗？还是不行？不行
哦，不行，他就是随机，他就是哦，就是随机的哦。我看酱油玩五次都输哎，哇，水位垫好了，水位垫好了，水位垫好了，不要上，不要上，该出动了，该出动了，该上了。那我来抽一次，来啊，没了，差一点。来下一个，下一个谁要去垫水位？超难的，我来垫，我来垫，我来垫。好，啊，三啊，差一个，好，换我，换我，换我。好，一，别，要按哦，要手动按吗？要按，要按，要按，下面手动按。我现在哦，没有啊，好，你们都玩了，我要玩一次好了。我等下要玩一次。没有。没有，再来。哦，你要要，再来，嘿，再来，再差一个，再来，又差一个，哇，很多钱哦，还是差一个，玩一次，玩一次，差一个，来了来了，该不会中了？差一点，差一点，差一点啦。还有谁？还有谁要再玩一次？哦，酱油，酱油，哇，酱油，酱油，酱油。哇，六十颗钻石哎！阿万钻石，阿万钻石，一组有六个哎，被谁拿走了？七倍，六姐中奖七倍，那你可以连续按好几次，那你就是投多少就是成七倍的酱油。酱油去买胶拿过来，快点！拼了！我觉得好土哦，是超土的啦！操，我的天哪，好可怕！好土哦，好可怕哦！钻石砖，所以可以他会可以一直计算说投了多少次哦。对，哦，酱油快点上线啊！酱油，他有保底啊？酱油没有？你是不是想让我投六十的钻石砖？没有，行，我去看任务了。好危险，好危险！这游戏危险。哦，这个重置热透已经重置了哈。哎，我的八号小雨，他不是八点六吗？大头，大头菜多少钱？二一吧。哎，对，大头菜。大菜今天是21块，21块，21块。哦，有人直接把马铃薯换完了，马铃薯我换完了，我换完了，都快不快？哎呦，你们有两个甜菜根，我就换了，好难哦。大头菜，两个甜菜根，盖一个保健室哦，是马铃薯，保健室总务处，没有给观众看而已。小麦，小麦跟甜菜，甜菜根现在要弄好像蛮难弄的。小雨有啊，甜菜根现在没有了。我有，说了，来去说。我加了一个甜菜，重置天哦，现在可以重置天赋了。对，天赋可以重置，21颗吧，21个钻，没有，它是就那个10个钻砖啊，10个钻砖。哦，是10个哦，我记错了。喂，还行啊，假如你点错了。在法院告一个人，并且要告赢64块，这是几身子吧？有没有人要陪我？我们那个贿赂，你有没有看到看右下左下角左下角？陪审公证，就是第要是法庭左下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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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示牌左下角，因为这边这个有看到这个有看到这个，这边这个哦。不可以假装近视，不能假装近视。我们都有在观众明亮的眼睛看着啊，超白痴的，这要吵什么啊？好笑啊！为什么有一个他没有委托任务还是什么的？啊、就是那个收集光碟各一张，自动涂牛墙。仔细看哦，上面明那个那个是不是？对啊，等我一下啊、哦，这个。哦，应该是接了才开始接哦。这个这样子，哦，有了，魔法变，变变，骑着猪从高空坠落。请问有人要换小麦吗？我要去找蓝冰，我要穿冠格。好，我太好奇他找谁了。有蓝色的冰，蓝色的方块，蓝色的方块，好真实。羊毛代替他吗？哎，那观众有雪亮的眼睛，观众有雪亮的眼睛。冰，
我要去解用木锄打十十只蜘蛛。木锄，我的天哪、啊！没有啊，因为装备已经够强啦，基本上你也是一刀一个。这是在炫耀吗？哦，你要脱妆啊！他没有说脱妆，代码他只有说木锄。那我写这个好了。在马上，哦欸、下午夜妹喽吗？耶、yeah, ，有下午夜妹了，有，啊、对，有干嘛？那个光碟多了两种啊、哦！哦，大家可以去刷一下了。对，有一种是不是枯工？啊，不好说。一只，嗯，两只啊，我没有按那白痴哦，还白痴。干嘛？我突然笑起来了，你没听到？我只有听到白痴哦，这样子，对吧、啊？啊，下一句你没听到？没有哦，没有，我也没听到。没有，就是我刚刚说什么啊？没有安好，我是白痴，然后反应接，哎，白痴。不是，因为他很常下一句就是哦，白痴，我就。很习惯的想要接，有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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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嗨嗨嗨嗨！你们说蓝冰是很多很多根柱子啊？就是你看到它就是冰雪地形，就是冰，就是都是冰，嗯，没有其他方块，就是冰。Elsa 的故乡，基本上也没什么雪，就是冰。你看到就真的是你没看过的地形，那就是蓝冰了。对，就是海上面一整坨的。他跟你讲，啊，蘑菇岛有那个大大的蓝色柱子是那个吗？我就冲过去了。来看错东西了吧，野妹？哇，那个哇、哦、蘑菇岛都能找到了哦，蓝冰丹丹呐，都轻轻松松是不是？对呀、啊，轻轻松松啦，找不到的话就没办法了。你怎么溺水了，马儿？马儿，好。那是马儿的叫声哦，不是我被野妹咬到我的声音。啊呜！那是兔子的叫声。有人在打劫毁兽吗？有人在偷打 BOSS 吗？有人在偷打 BOSS 吗？哎、欸，没有哎、欸，这是基因怪、欸。有要打劫毁兽吗？好啊。哦、oh.。你要木锄拍死他吗？他可能要拍很久啦。等一下，我要快。叶妹，你快死！我要被咬死了！啊，究竟是叶妹先死、啊，还是波波先死呢？那我们看下去。有了！我解完了，我被结尾兽撞死了！哎，啊、哦，我是叶妹撞人呐！对，我是欧总，你们一起飞、啊，我要飞走啊！哦，我被撞到水里，我要想飞走。有了，我解完了。你解啥？骑在马上杀叶妹，弓箭杀叶妹。哦。你好棒、哦，你好棒、哦，骑粉粉马，粉粉马，哇，谁测试伤害九二五八？不是你就是阿基而已啊，九二五八，对啊，破陨月，那是你累积一堆，然后商店过去重置吧？哦，可能哦。嗯，好了，哎，酱油你到了吗？到什么？外面。啊，我现在在一万格外，有人要踢拼你。好啊，我现在这里有村庄，有村庄，村庄可以干嘛？村庄可以屠杀村民？不是的，那酱油我要去你那边。好啊，你要来屠杀他们吗？没有，我是哇，你真的是有蓝冰哎、欸？哪里啊？马上有哪里啊？你怎么看到他们？你们在同一个世界吗？到底是谁怪怪的？到底是谁在谁的平行线？酱油，酱油，嗯，我拿蓝冰敲你头，你过来。这个啊，哎，真的敲我、欸，哎，对啊，这个就是，哎，真的，这个就是、欸，哎，哈哈哈哈哈哈！我笑死，有人要被揍了。所以走到蓝冰上，你不知道那是蓝冰？没有，他是在村庄旁边有小蓝冰啊。哦，对对对，小的。啊，看起来跟一般冰长一样吗？他不透明啊。对啊，他就说蓝色的方块你都不看，有啊，我有看啊。嗯，他刚刚看起来长得很像嘞。钱包哦，原来还有十二颗钻石，卖搞嘎啦，嘎几点了？
嘎吉嘎啦嘎啦来啦嘎啦嘎啦嘎转嘎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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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点完了，到底发生什么事？这是两个都一样哦，为什么做尊重不用？他们可以生更多蓝兵吗？生啊，真的是没用啊，村民。用 TNT 炸死我这苦力法正好 OK。哦哦，拉都先请坐好，然后一次炸。超妖瘦死。嗨。收妖瘦死是谁？收妖瘦死。收妖瘦死。手咬寿司，手咬寿司。你们那个怪物每只都打一遍的有没有打完了？还没有、那個，还没。这边有流毒，你要不看？要不要来打一打？哦，嗯，对。还速复工，还速复工。可以在这边等一下。这边有猫可以杀哦，会有线哦。啊，我这边有流毒，对不起，我讲错了。什么是流毒？然、哦、后就是这一只啊！对啦，对对对对对，你们要打？哎呦哎呦！哇，我睡到人家的床了，白痴！记录点，你要死在那边咯，我按到了，我只要把他赶起来。老子要把他赶起来。好，哎、欸，你最近好凶哦。我不是老子，不是哪，我是老子都老子都不老子。我听我啊，滚！听我说好吗？听我说。好的啊！我只是想啊，对不起，我出事了，我在我 TP 错人了，对不起，我的错。我想说我砍的那个手的技能都不太对啊，对不起，手感不对吗？手感不对啊，那个劲道啊。哎、欸，我这边有一只流毒，呀，杀到了。好，还有谁没杀他吗？等一下哦，等一下就去。在吗？好，我先过去好了。你愿意 TP 我？我最近他在射我，他好烦。流毒哪里？左边，左边。哦，好，嗨，拜。不要一只。那我先收这里的垃圾。有苦力怕要不要？有苦力怕打了。哦，还有，这边有很多很多。我来了，右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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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个。哦，可能有毒哇，一堆绿的耶，有毒哇，我还是有点分不太出，就蓝色冰块呀，是没有丝绸，我要丝绸之没有丝绸，丝绸，他死了，他死了，蓝冰死了吗？我的蓝冰死了。那你帮他挂个 RIP 好了，我帮他挂个墓好了，太可怜了。挂墓碑，挂墓碑，然后写蓝冰，然后2021-04-19，然后到2021-19，长命太可怜了，从今天活到今年。没有你，那个现在是几分？18:30到18:40。太精细了，没有墓碑会写时间的啦。太可怜了，我至今。你要办人家讲说啊，他不是当天出生的，怎么当天又死？然后要哦，那我不要记个时间。有人在家，我在家。You。太惨了，我甚至不记得他长什么样子。我的幸运搞搞不知道丢去哪里了，但是又坏了。应该没有，上次没冲稿子，是 Q 出来了。我只知道可能某个人冲了好几把剑啦、啊，但好像五冲就好像没过、啊、然后你们冲啊，小雨是7-8，对不对？然后还有一个6-7的、啊。哇，记得很清楚啊，好清楚、啊。我每爆一把都是见证一个人起飞的时刻。大水位。你就是在水下的那个人呢？我就是当分母、那個，他是一直即将淹死那种。哇，酷哎、欸，冰块屋哎、欸，拆了。冰块屋雪屋吗？对啊，我看到有个村民冰块上家哎、欸，好猛啊、喔！巧克力的家，如果你把地板拆一拆，说不定有路可以往下。啊，真的吗？对，会有一只僵尸跟村民，僵尸村民跟村民，对，僵尸跟村民。
僵尸村民跟村民，没错啊，没错啊，没错。会，他得变成生物课了，健康教育课了。我们下去试试。好啊，我要怎么把这猫带回家？嗯，我又养了一只三花猫。有要有一个人站在你那一，你养猫的位置，然后你传送回家，它应该就会飞回去了。啊！我上次传回去，他都没有。他说要有人站在你那边，来，我帮你。那只猫的位置，那只猫的位置要站人，然后你再飞回家。啊，谁在家？杰克不是飞你了吗？好。哦。你把它放。哦，回去了，回去了。哦，有哎，回来了。因为那个 Chuck 要有。哦耶！哦，这样子很方便呢。就是要人帮忙啊，这个一定要人帮忙，没办法。要往下挖多少个？嗯，没有，他不是往下挖多少个，他是你应该挖到那个雪屋会有地毯吧？地毯那边会有一些会开动，哦、有些他这个屋没有，他这个房子没有哦，是冰屋不是雪屋、啊？旁边那个房子，嗯，他雪屋才有冰嗯，不是啦，这是村庄啦，不是这个啦，村庄的雪屋不会有吧？他以为是这个，他以为是这个，有一些是，有一些是那个会有的。野外的，你看了就知道了。就野外只有一栋，它不是村庄，它是只有一栋的独立栋的那一种，用雪堆起来的雪屋。哎，白门哇，他今天好运哦，传过来我就有白门，好好哦，我也要，好好，我也要。然后他今天又传回来了。他怎么这次没有？哦，种小麦也生小，嗯。做小麦也生钻石哎、欸，好幸运哦！哇，太幸运了吧！哇 ，Fantastic Baby Dance， 是每个礼拜都要一首新歌，唱一首歌啊！今天是每个礼拜都要新，今天是 K-pop music。OK，K-pop music， 今天换数学音乐老师。那你们先来一个音乐，身体不舒服，我们来算数学好了。有一种尴尬的笑，笑，笑，我被炸了，什么？啊，有一种尴尬的啊！好，来破开我们的那个城墙，耶！新校舍，玛利亚之墙要被打破了。巨人暂时不会出现了，对，好久没出现了，没有，完结了不是吗？所以先暂时先不是啊，可以回去补番啊，对啊，回去补番，好的，好像都不能补番一样，对哦，神木新的光碟，几率出啦，但它就是低几率，努力刷刷看。是不是会增加怪物啊、哎？不好说。好，反正今天也要打，先刷刷狗一点。哦，哎、欸，我没有力量似的了。没事，现在刷 ，right now。right now。我真的是白痴才会洗小麦，只是可以卖钱啊，还好吧？小麦很不划算哎、欸，一比一哎、欸。哦，好了，小麦，我去换一换了。蓝贝，你在哪？刚不是就遇到了吗？还是还没有？没有，他刚刚是少数的那种碎碎的那个蓝贝。一点的，他要到那种针刺地形，不是针刺啦，那个叫冰什么鬼的。我想要到冰针刺地形。对了，今天有人请教我们还有放蜘蛛网的这个仪式吗？已经没有很久了吧？蜘蛛网没有很久了，没有了。上次就没有给啊。只是刚好观众有人提到都哦，对，那个不是上次的，上次不是上一趴的东西吗？对啊，上次我把猪。这是之前的东西，是偷看什么养眼的东西？哇，你知道隔壁梦里的平行世界？隔壁小哥哥身材很好，六块腹肌啊，赞！哎呦，哇，还有没有跟他要电话？
没有，电话线被我要走了，没有。欸、我 当我长着睁眼过去跟他要电话的时候，他跟我说：“不行，我已经给波波电话了。”哦哦，波波，然后波波你也涉猎很广哎、欸欸。不过我之前就是真的会去跟人家要。跟你说很少你哥哥这样吗？对啊，就会去跟人家要。像之前、啊、有做其他工作的时候，有做有做什么？我以为在做什么？对啊，有做啊，有做呢。哦，那真的会给你吗？就没有，其实那我就很实烂，然后是叫人家给，然后要他人家给过几次说不行，我要试试看，然后就哎、欸，我觉得你很不错，要不要给个？那时候是 FB 嘛，就 FB 给一下。那你是不是叉着腰、啊，然后说“哎、欸”之类的？没有，不可能只讲 “A” 啦，讲 “A” 多不礼貌。你要说“哎哎哎哎 ”，A 跑飞啦，是不是？A 不是也是上次的东西的吗？啊，我们就喜欢炒冷饭啊，我喜欢冷饭、啊，冷饭热炒。我有听过一个很俗辣的搭讪方式，他还要先自亏100块，就是他看到一个很正的妹，然后他就把100块就转过去100块丢在那妹脚边，然后就捡起来说：“哎、欸，小姐，是不是你给我的100块啊？哎、欸，对了，那个我觉得你很可爱、欸，可不可以交换个 line？” 还要先亏100块，然后人家100块拿走了，他 line 还没拿到。不是之前就有这样的那个吗？有啊。然后有的不是哦，谢谢，然后就直接拿走跑走，就这样，好扯啊！有这种我会直接说不是我的，我没有有，你知道就是如果是小钱，因为我觉得像100块这种东西应该就啊还好，我都用信用卡哎、欸，可是我不觉得那个信用，我说他不好意思，他补掉的，对呀、啊。结果你想要电话的人说不是他的，然后他隔壁的闺蜜说：“哎、欸，是我的，我跟你换吧。”那肯定是我先吗？欢迎故宫啊！把你们全部拆了，拆！要拆哪边墙啊？啊，玛利亚墙，海龟墙，海龟墙。我们是不是之后要把四面墙都取个名字哟？啊，可以取个名啊！你要墙，到时候开打开啊，打开应该就更就墙就不见了。海龟墙在哪？是海龟那面墙啊，商店那一面，海龟那边的墙、哦，对，所以叫海龟墙，那叫龟墙。我以为是那个墙上有什么东西，刚快冲龟在墙就好，龟在墙就好。对，龟墙，然后另外一个叫什么？猫？那熊猫？熊猫叫什么？熊墙。熊墙是什么呢？强熊猫、海龟，四大神兽。因为那边是海龟那个不啦，熊猫馆啊。嗯，玄武门、白虎门、青龙门、白虎雀门。我们这边有海龟、熊猫、酱油跟。酱油。还没抢到，那你靠着抢啊？其实。你是哨塔，你知道吗？酱油怎么了？你最后那面墙叫什么啊？酱油墙啊！好油、哦！那面墙好油哦，好油、哦，好油、哦哦那！那面墙会旋转吗？哈哈哈是一个旋转墙哎，好强哦！旋转墙，哇、哦，你们这个是自动的电动门哦，要死了！旋转墙，很多那种啊。你想到吗？只要面对咒语的话，这个门就会，这个墙就会旋转哦。所以你在门口上面说听我解释，它就转了。哈哈哈哈哈！好烦呢。那它的安全字就是那个听我解释。没有啊，你要念咒语啊，以后是要芝麻听我解释，他才会开心。什么叫芝麻听我解释？什么意思？还有人叫芝麻吧？有观众叫芝麻吗？人是芝麻，酱油叫芝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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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我解释，芝麻。为什么酱油？你看，我没有芝麻，我叫小芝麻。对，没事没事。他进我回来这个测试伤害这里啊，我一走过来他就跟我讲伤害。你就是在外面打到累积的伤害，就一次回来告诉你啊。哦哦，刚打了
四万五，哇哦，哇塞，是阿鬼吧？四万五其中有我对不对？应该有，应该吧？对对，哦，哦，那就全部都算给繁星了。那就要赔繁星四万五。哇哦，哇哦，哇哦，你怎么赚的？这我一定赚，这我一定亏啊。没关系，你现在这么强，对不对？对呀、啊欸，现在每次就给杰克碰瓷一下了，他在打，不要。哎，杰克，杰克，杰克，你那个刀子太夸张了吧？砍那么远是鬼吧？哦，加十二的刀、欸，哎，哦，对啊，杰克你真的太夸张了，这个就是你赔，你要赔，这要赔，这要赔，这样子，要赔，这要赔，这这不赔说不过去的啦。你家那个八股可以。K 到一下就救人家赔三千了，对不对？哪有三万？哦，三万哦，真的、哦欸。他故意跑过去原厂的那边说 ，A 到三千是差不多的，你知道？是说是真的差不多的。三千差不多啊。对啊，烤漆什么的。一般的车子差不多。然后，可是像我的话，我就不会介意，我觉得哦没事的，人安全就好了。我多给你几下好了。没有，隔天我就看到人家不小心看，我看到那个板筋是凹下去的。哦，你是没事吗？我没事，我人没事了，我人没事，对，没事，没事啊，真的没事，没事，你不用担心我。以后 A 到那个波波车就说，哦，我人没事，我人没事了，没事了啊，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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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走了，我走了，好，没事了。整台车引擎 A 走，超白痴的，不是我说的，不是这样子啊。没事是最好，但是就是心理上有点过意不去，希望有个精神补偿嘛，对不对？那就是有事啦。没事，我觉得很好啦。但这个车呢，我是希望你可以帮我把整个那个都换一下啦，换新的，这样我心情会更好一点啊、哦。我觉得你这样影响到我心态，我等下都没好好工作了。要以后看到这台车，我就会想到你曾经撞到了那个电线杆。撞到电线杆。那、啊、这样子我变成跟电线杆讲了，你知道？电线杆，我觉得哈，你这样不行，你站在这边，那这真的是太夸张了。电线杆有什么挡在这啊？哈哈哈想要插倒车，我有一天出去买东西，然后真的看到有人在倒车，倒，然后直接把人家的摩托车撞倒、欸，哎，撞到一个超底车，超扯的。那个被人家害了吧？没有，他就是在一条单行道，然后他要转弯转要绕出去这样，然后他就这边垂直，然后撸车撸超多次，然后撸，然后说砰，然后把人家车撞倒，然后他把车停在对面的那个停车，然后再慢慢走下来，把人家车扶起来这样，好傻眼对、欸，而且他感觉本来要跑走了，是他下车的时候，然后我就一直看着他。有目光，有目光，有目击证人，有目击证人，有目击证人，不行了，不行了，这个真的不行。你过去他说：“哎、欸，我的车，你这样子要多赔多少？”哎、欸，对，现在给我钱换我的车，在我的摩托车上哦。哦，你说你刚才说这边整排都是你的车，对不对？哇，整排都是你的。跑走的话，我就要去跟他讲，一直盯着他。哎、欸，不是，可是人家跑走，你这样还来得及吗？说实在的，那不是，那在店家。店家门口会有那个、啊，会有摄影机啊，对吧？走过去，这是我的车，你要给现场方给我多少钱？而且我根本完全不干你的事情，对。我真的，我也没，然后坐到车就跳下来大喊：“哎、欸，别人载我来牵我的车，结果你竟然把我车撞倒了，还想跑？”哇，我的车怎么倒了？我的车，我的车30万，没有，30万那是重机的好吗？你知道这台车对我意义吗？这是我阿公洗的，留下来给我妈妈洗，我妈妈又留下来给我洗。哇，传家宝！人家说我们是碰瓷大队啊，白痴！啊，我哎，那你们把人家车弄爆了。杰克要讲什么？他说等下他等下说，哎、欸，其实他是卖机车，那你要不要那个
除旧，就是哎，机车不是什么换新，除旧换新，啊，那这都已经撞倒，那个除旧换新一下。哇，那你那台机车应该有经历过越战之类的哇，然后号称丛林小野兽，有没有？哇，那以后还可以开个车展呢。这台车呢，是从他爷爷那辈传下来的，已经传了四代了。哇，那应该不会拿出来骑吧？对啊，我已经做过古堡了，够了。哦，蓝冰怎么这么难找啊？蓝冰出来啊！之前不是还有就是人家写的那个，就是看哦，不小心 A 到人家车啊啊，怎么？可是我赶时间，可是那个车主又不在，那写个纸条给他好了，然后上面就是写说，哦，我真的很不好意思，这个刚刚不小心倒车的时候撞了你的车，那我写一张纸条，然后人家都以为他没有写联络资料，可是我没有了，哎、欸，拜拜，鸡巴的，超过分的。就是感让人家感觉好像有写东西，可是其实都没有。你还反而在嘲讽他、欸。这个电话请记得打给我，不然你会后悔。嗯，然后人家看到说，嗯，这应该什么广告，算了，不打。然后那我就要写上次那个，就是问有没有吸烟那个人的电话。他就打汽车贷款。汽车贷款？维修贷款吗？维修什么？不还？不还？那挖掉感觉就宽敞多了，宽敞，宽敞。那这个河流是不是要往外地下道啊 ？River 地下道，这个、啊、我是当想到变地下道了，对吧、啊？哦，海水就是、哦、还是可以过这样子，海水退了就知道谁没穿裤子了，就可以看你有没有忍者龟啊。这样子还可以忍者龟划船吗？忍者龟，这边有水、啊，有水。我不应该晚上出门，我就要死在外面了。嗯，保雪，你们保我们这个保雪，看来是没有。你要爱护生命。看那一堂课上的不够多、哦，是被挡掉了。哎、欸，突然觉得轻松高校也可以弄个保险业务哦。你可以当保险员呢、啊。有点适合，因为会推。每次缴，可是我不会买。上班缴钱，死一次赔多少的？然后还有那个啊，就是死亡次数多少以上，有没有你的理赔金额可以再更多？还要被炸死啊！疯狂自杀，有被炸，你就要调记事档出来看啊，你要那种第三方人见证，对，你要调摄影机、那個，然后这是意外死亡，然后要有那个，还要有那个赔偿那个。对，不是啊，你看右边的死亡次数越高，它应该会归类在高风险，所以你的保费要增加。对啊，就是赔那个啊，赔的也比较多，有没有？然后你要没有，他赔的只是赔，就是你的医药费啊。嗯，他没有那种太浅了，到底赔啊？对啊，你知道？哎、欸，你知道保险它不是说帮给你多少钱，而是他就帮你付你的那些需要花的钱、欸。对啊，给你钱啊。对，所以酱油，你可以每天跟 Bobo 收个十块钱的那个嘛费用，那他十几次你就帮他付这样子。每天、啊，然后要保说像什么玩家砍死啊，苦力怕炸死，要分开保哦。哈哈哈哈哈！你说吗？哎、欸，对，这其实算是保险的那个，像意外险啊、烫伤险啊什么之类的啊。陷阱哎、欸，那这样要保那个波要收啊，13、15次啊，收那个什么，收钻石要增加，然后有那个被岩浆烧死的保险，被水窒息的保险，被僵尸打死，被蜘蛛咬死啊，被蜘蛛每个都拆开了，太难保了吧？每个都拆开这个很，可是我觉得以菠萝来说。他只要宝被打死就好，因为他大概87%都是被打死的，打死跟躺死这两个而已。我们基本险就是被怪物打死的那一种，对啊，最基本强制险，强制险，强制险。还是聊我们这种87合一的这种保险、啊，一条龙，一条龙。
写一条龙，那个宝贝有多贵？你想要够？你们这是话术啊？哎，人家已经降了，降了，降了！我要保，我要保，我要保！你已经抛下去了，掉下去了，我掉下去。那你在签字的时候是在演讲里签吗？你这样就跟机车要撞你前一秒说我要保险是一样的。干嘛？啊，应该是不是来开个保险业务赚钱的？那个什么，只要是被怪物打死，都是归在同一种啊；被玩家打死一种啊；被岩浆跟水死掉的是一种。那、啊、现在讲这么多，你有要做吗？我考虑一下。他在旋转你。我太容易死了。我太容易死了。太容易死了。他是高风险对象啊。会亏钱，会亏钱。哎、欸，超前面的，你比先。第二名十二十次，我用手摸你喽！不要啦，你走开！不要啦，你要不要快？你要不要去保保险的？你摸一下，摸一下，摸一下，摸一下！啊！哦，痛！我是我奇怪的声音，天哪！好恐怖！刚伯伯把一只苦力怕拖来我家，不是那个是你家的客人，那不是我拖的，那是你家你拖的，是你家客人，摸他吧。啊，赶出去啊！请问有谁在接啊？那剩下我在接，我在接，在接。请问你出去赚到了什么，阿旺？我拿一堆沙子，满满的沙子。哦，好赚哦，好赚哦！沙子磨一磨应该有钻石哦。然后搞沙。蓝比女在哪？我看到海豚诶，看死他！哎，干嘛看海豚？你砍海豚就砍猫了哦，你知道海豚是保育类动物吗？对啊，海豚是哦，海豚是哦，我不知道，对啊，你知道那个澎湖之前上国际新闻，就是因为猎杀海豚那个的，对，海豚它猎杀是要怎样吃海豚肉哦？他们就是之前会吃海豚肉啊，这样对啊，你不知道吗？哇，哎，我已经很久没看电视了。天哪，你不知道哦，我也不知道。在哈喽。对。对啊，然后被社会大众谴责，然后最后台湾才立法说不能那个，是这相关类型的不能。主要是因为海豚它是那个啦，算是哺乳类比较聪明的，所以他们能感受到死亡跟那些的恐惧。嗯，一部分是那个保育啦，就是本来就数量不多了。是那个什么什么海豚，长吻吗？还是短吻海豚？嗯，都一样吧。鲸豚类的现在的现存数量其实都不高。小雨怎么跑来我家参观呢？啊？哇，你都可以去别人家，人家不能去你家。哇！哇，现在怎样？大牌，大牌，在班长是怎样？班长都可以去人家家。我的天哪！你怎么样呢？没有啊，是真的啦。还是我困在地狱？我只是看到一只蜜蜂飞来我家，讲一下而已。我说小雨哦，只是他会回答你而已。哦，其实。之前我看到有人在吵架，可是我觉得吵的内容还蛮让人傻眼的。就是不是有些地方会吃狗狗肉吗？哎，香肉。然后那时候就有个爱狗人士，就是有个爱狗人士觉得这样很不 OK 啊。他就是讲说，我现在那时候看到他跟一个爱猫人士在吵架。然后我知道你在说哪一个啊？嗯，你知道啊？对，就是他，就是讲说，他是那个吧？他是跑去踢猫，跑去踢是吗？是那个吧？有病吗？就他去踢猫，然后踢，然后说什么啊？那只是猫啊，又没怎么样啊。我养狗比较重要啊，什么的。好，互相伤害哟。哦，是不是狗去吓猫那个？我那时候看新闻是刚刚有一个是这样子的，就是他去啊，对，狗去咬猫。然后他就骂说，就是你怎么可以咬猫？他就猫就只是什么什么什么禽类啊，又什么的，又没怎么样。嗯，被咬又不会怎么样。哎，好像不是这个哎，我是看他们是用 FBI 在吵，是有点类似的是，
就是有个爱猫人士，好像是他会 po 自己跟猫咪的合照，但好像就有提到说什么第一次吃狗肉怎样的，然后就爱狗人士去抨击他，说那你要不要吃猫肉？然后就吵起来了。他就说啊猫啊猫啊怎么可以吃猫肉？有没有良心什么的？然后那爱狗人士就说那你怎么可以吃狗肉什么鬼的？然后两就吵起来了。他就跟吃素的跟吃荤的会吵起来一样、对，我说到这个吃素跟吃荤又要题外话，上次看到有人就是人家 IG po 文，就是可能只是 po 那个大龙虾然后在铁板上面，然后就被记者拿去抄，就说哦我只有看这个，然后看到最近的新闻，对那个我然后就那个拍摄本人然后就自己就说我只是想说哦，就是那个虾子很大一只，那个铁板连热都没热，然后就被人家拿去做文章，我觉得真的超级无聊。我看到那个啦，当事者跟那个餐厅都出来讲话，是说、啊、那铁板就没热，他是在旁边，然后提供给客人拍说他是活的这样子，然后之后他才会到后面剖半什么的，现场才会烤，并不是说活生生上面烤这样子。记者没东西剖了，然后会剖这个影片出来，是因为是。好像是隔壁桌的，他们对啊，隔壁桌的看到了，对他们看到，然后拍下来说什么？你们隔壁这客人这样料理食物的，残忍什么什么之类的，哇！你们这怎么可以把他活活的烧死？你应该让人家一刀砍死他，我们再吃啊！怎么可以放？我真的觉得真的是，那你就干脆不要吃肉好了，不吃，真的是很夸张。没有，我就觉得就是有的看图说故事真的是没必要，小题大做之类的。就是你至少想要骂人家，你至少要就是把事情看完到底实际上是怎样，然后那边自己猜一半那种，我就觉得不行。哎，新闻，现在主要也不是记者的问题啦，是那一个那一桌客人跑到后头公司去，我觉得那个还是记者是渲染的、啊，对啊，渲染就是助长，差不多。对啊，我就觉得助长，好像就是因为这种东西有流量。嗯，对。你如果你不想要这样的现象的话，你就是要抵制这样的情况，就是你要大众大家都觉得这种，不要让他们有流量，不要让他们可以赚钱啊，就是不要点。对啊，跟农场标题一样啊，为什么现在全部都是农场标题？就是因为这样的东西才推得出去啊。对啊。对，难呢啦，要心酸色，熊猫团团。刚刚说那个龙虾那个，害我想到以前看到一个很好笑的梗图，就是他，然后他就是那个什么、啊，就是拍一张照，然后就说什么鱼它也有虾仁，你们怎么可以吃它？今天吃了鱼大三分饱。好，好像范围计哦，好讨厌哦，蝙蝠给我挂，蝙蝠啊，原地自爆有没有奥数法是不是奥爆啊？奥爆哦，我的烟火我不知道跑去哪里了。好多死人鱼哦，我刚怕死人鱼，死人鱼，对啊，咬我，咬你，你不要骗人哦，你不要骗人哦，啊，不是死人鱼吧？我看到有鱼咬我，哎，啊，河豚吧，河豚吧，河豚吧，还是你吧，深海守卫，咬你干嘛啦？深海守卫啊，你是有装博主啊？我刚刚在整理东西的时候，看到我的那个船底下一坨鱼，然后我就是受伤。深海守卫是淹到吧？深海守卫有可能啊。那请问那个鱼是不是一个眼睛？没，那是刺刺的，没有看到它。哎，说到这个，我刚刚不要转移话题，等一下。这个被旋转了，被旋转了。请先回答我们的话题。今天回答我们。我怕我忘记，就是那个什么，我刚那个开船开到一半的时候，突然间那个深海守卫妈从我面前飘上来，超英北极流。那肯定不是深海守卫，他认识他，他认识他。好了，撇除深海守卫了。有够可怕、欸，他全脸惨白，有够大，我全脸惨白嘛？全脸惨白，全脸惨白，全脸惨白吧？全脸惨白。
很让人恐怖游戏。我觉得你是刚好被咬到了啦，深海手会牵到你的线吧？没有啦，那个啦，他跑到那个深海遗迹那边去，那你靠近会有那个脸啊，然后你就远古守卫的那个完全被吓死，吓死人呢！而且他包刚好是 bug 还是怎样？他直接每一步全都是他的脸，这有没有 bug 啊？这个是他这是啊，那是那个故意的特效啊，只是靠近有戏吧。啊，那本来就有人呢、欸，看来你玩不够哦，你玩不够哦。对，你知道我刚错到被把东西丢出去。哎、欸，你可是曾经极限生存十三分钟棺材的人呢、欸。超强的哎、欸，然后很稳了。很久。你为什么很快耶、欸？他被吓到了。我被吓死了。好玩，快走，走，走！哎，我强烈谴责校长这种惨无人道的行为，全部打精英怪。看来三步只要吓一下，让他习惯。对，啊、他看麻痹。拜了拜了。对，啊，你给他跳声就好了。跳声。啪啪啪！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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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爆炸打飞下。爆炸是啥肥事？你忘记了吗？你上次被铁钉炸爆，你没记得吗？对，不要在我的刀口哦！不要在我的刀口哦！有，我们这边有个另外一个 boss 哦，小心哦！另外一个 boss， 另外一个 boss， 城墙开啦！开门啦！香香。之后那边就是可以盖东西了，只是这个刚好一个教堂卡在正中间这样子。哎、欸，我打到光碟了！哦，光碟，我不讲，上次讲出来害我好难过、哦。他就是没有说许不能讲。对，这个我只跟杰克分享。杰克乖一点，乖乖。我只能说光碟是黑色的，黑色的，碎掉了吗？是地狱的那一种？不是，不是，不是。拿了吗？哇，这也太难了吧！哇哇！等下我们来打这个吗？哟，我们来打这个吗？你到底打到什么啦？要死啊！我好好奇哟、哦，天啊，是什么东西啊？你在笑？我好好奇什么啦？应该是奥德利啦，知道吧？对，可以试，可以试。哎、欸，你们都拿了哈？我打掉了。我还没拿，我还没拿，我还没拿。啊，你放进去，放进去，你把那个放进去，而且它是吸耶。他是 C 的哎、欸，哦，三呐三呐，等级三的，小胆大哎，啊，对，刚刚那二十六是我，啊，对对对对对，理解不太一样，真的烦死，应该是普通吧，有到 C 我可以啊，我也可以，我觉得现在差不多，啊，太大不好会锤，等锤了再说嘛。什么一锤、欸？我们在讲的是怪物的那个光碟，你在讲什么东西？什么？没有，我是说，如果你东西太大，它很容易你学坏了，掉地板，懂意思吗？你学坏了，谁丢了的？你我帮你砍坏了。我觉得阿汪很，我觉得阿汪很需要那些东西，他建材。哎、欸，等一下，为什么我捡到钟？谁的钟？对啊。那个啦，我再猜那个桥。哦哦哦，了解，没事啊，没事啊。想把打六百六谁呢？臭 B O B O， 臭 B O B O。啊，对我们那个往上走的那个旁边会有两个箱子，那好像是巧克力对啊留下的箱子嘛。对对对对对。怎么了？没事，那我留着好了。你要换位置吗？之后盖一个来宾室，来宾室到时候就把那个他的那个来宾的东西都放里面。嗯，他好像一步哦，天哪！宾室嘛，他其实也拿很多东西耶，对，他拿很多啊。他就是到每个人家里拿一点。所以我那时候看到这谁的箱子啊，东西很丰盛呢。是重新来只马吗？我看到雪山，我要去雪山。雪山哦，你要36等哦。
36人才进去了，哇！我才36人。魔力了吗？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没想到跟我共同话题都没有来。哈哈哈！哈哈！感谢。只剩下就素金哈洞，这样没了，没了，够了，已经够了。这练了30等够了，可以的。我其实还没练到。我今天还受伤，哎，怎么治疗啊？怎么治疗？我看到什么红伤，我想你怎么打的？我想说，我就受伤，我就继续出去打，然后打，怎么红色变红色的灯了？啊，怎么剩一滴血？队友啊，解任务就没几队耶，队友没有红，队友队友到底在哪里呀？阿基，我想问一下，掠夺对光碟有效吗？我无感，还是对只对苦力怕有效？哎，没效，对苦力怕有效，但对光碟没效。对我无感。你为什么要对错去攻？很恐怖哎！我天哪，这个火把差成这样子哦！哦 ，Are you OK？ 这火把差这样子，谁插的？在哪里？在就是我们的墓园前面，哦 ，B O B O， 应该不是你、啊，那就不是我插的。Bobo 那时候应该还没来吧？对、啊，应该不是你啊。我家里城墙内的火把才是我插的。我没有在，我只有在我家插过火把。没有在家范围插火把。没有在家范围插火把，一根都没有吗？你家还是我是没有插，你家总有吧？没有了。我家是用火把吗？我忘了。对耶，还是荧光石？啊，是一个神老祖宗摆了一圈。村庄范围有包括墓园吗？有，就原本是城墙啊，他是把城墙拆了。打通一点、哦、那这样的话要算墓园吗？你这个马好恶，皮肤病哦，皮肤病。他是 Pink Horse， 你有看过吗？人家是粉色法拉利，我是 Pink Horse。哇塞，射我就好，不要射我马。听起来有点微妙，听起来嗯。哎呦哎呦哎呦呀！啊！我现在撞到荷叶，我不会回船了。哇！不会啊！好久之前的版本了，那多久之前了？那应该1.8了哎、欸，那个是1.9的事情哎、欸，哇，4-5年前的事了哎、欸，真的了！哇，你啊，这哇，你去的，其实我一直都知道啦，就只是再拿出来讲一下啊。吓到你们了！我紧张了，吓死了！我玩麦克玩这么久了吗？不愧是13分钟重开的，应该13分钟。我可以在墓园插那个蓝色火把吗？你说太暗了，不对？对，我想插哎、欸，其实还是插吊灯，插蓝色火把一样会升怪。对，为什么有蓝色火把？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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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有红色火把，红色火把更久了哦。你是不知道就不合适了哦。对啊，不是模组的哦。红色火把不是原本的吗？怎么做啊？那是什么？怎么做？怎么做？讲出来，讲出来，讲出来，出来。火把嘛，哎，大家都知道，何必问我呢？我不知道啊，怎么做？我做，你讲红色染料啦，哦。就是要先做一般的火把，再做那个，再染红色染料。就拿那个红色染料染它。你要先找火药粉，然后再加红色染料。嗯，对啊，罂粟花你要做的那个红色染料。嗯，那我拿去打打库里汉。你是被旋转了吗？他旋转你。库里汉，对，被旋转了。马上跳到库里汉。OK， 哇，一次转很多人。他很厉害呢，他回转。完了啦，上那个头条。
我又打到一个了。校长欺骗学生。哈哈哈！快解快导致 学生痛哭流涕，哎、欸，痛哭流涕是好的哈，非常的伤心哦，眼泪淹整个教室。啊，你们有打到烫片的吗？打到了哈，我两个都打到了。我没有在旋转的意思，对，真的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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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在旋转，没有，我很努力在打。校长你好棒哦，谢谢，我知道我最棒了耶。对，红，所以红色火把。酱油那个嘞，酱油。蓝冰好难找啊！蓝冰跟蘑菇牛哪个比较难找啊？我觉得那个蓝色火把比较难找啦。我觉得红色也很难找啦。我去查，等我蓝色。我很想讲一个，可是你讲。被他揍。那你知道有红色斧头吗？我不知道哎、欸，不同怎么做、啊？怎么做？怎么做？好好奇怎么做？教一下，教一下。你不要旋转我哦。不知道怎么做？这个我们那个另外一个那个来宾比较熟。没有，我记得那个红色斧头是不是丢在掠夺者身上，它可以一刀秒人啊？哦，对。哎、然后把那个用命名牌取名为那个 O 底线 O C O M 这样子，好像有点难。哎、现在还有绿化鼠、绿化狗、绿化鼠、绿化狗，那是下个版本吧？你是不是穿越时空了？哈哈哈请问他说还有美耶，美加火把就有水下火把。等一下啦，请问你那边显卡多少钱？你这显你那边显卡很便宜吗？我想买。怎么样？出到多便宜多少零呢？现在我们的显卡最高的是8990，然后要价48000。八哦，那你可以带一个来现代吗？我们现在38000只能你什么显卡都买不到，什么一个带八个啦，一人一张，一人一个，不行啊！要是我拿来卖给那个。那那挖得到钱吗？超钱吗？你说拿他当铲子来挖吗？他挖矿效能如何？你有效率六啊？效率六？那 BOBO 有冲到风力石了吗？那请问那边的轻松踩开几号？给他几千一下好了啦，给他几千，钱开到了，金中奖了吗？好难过，天哪！好坏哦！哎呦，我手打不到，我现在手打不到蝙蝠了。反星要不要够够？好啊，好啊。好白痴我找不到蓝冰那你知道蓝色火把怎么做的吗我知道啊就是那个嘛那个加这个啊嘿嘿嘿那个这个还有这个是什么东西就是这个跟那个啊那有说跟没说一样，讲清楚一点，他的名字讲出来。那我可以跟你讲，他在地狱改版的时候更新这个东西。你什么时候改版的？没有，现在在玩的就是了，好吗？我问你，你现在你回到主页面，是什么世界？看一下。不是啊，你再开个登录器就好了啦。我的天哪！哦，你们各种直球在攻击酱油，你有看到红红蓝蓝的东西吗？酱油要早退了，酱油团结统一，转太久了，头晕了，够了够了够了。那我们这一版1.16就是跟地狱更新了，对。而且你那时候你还有参与开幕仪式，你忘记了吗？好像有喂，哎、欸，有打到了这个，啊，我要换这个。
那正好今天展现他的画式旋转。这是酱油的成果发表会啊，然后溜惩罚滑冰才艺表演旋转，其实啊，我现在这些啊都是为了让你们好好的练习以后如何让酱油墙旋转啊，大家学会了吗？ OK、啊，娘苦，你们懂不懂啊？不太懂，那再多转几圈好了，那你要多转一下。时间要不要？他说难怪酱油的那个麦克有食人鱼，说不定他跟我们不太一样啊。对耶，海豚也会咬人啊，他不是友善生物吗？难怪还要跟着我变态。切到合理了。你的海洋改版是两次啦、啊，没有，应该超过了吧？感觉已经超过了。所以1.17会改版那个吗？会改版地洞穴吗？所以洞穴是在1.17改吗？这样哟。应该在1.18，大家等等啊。好慢哦。没办法，你们再等二十个版本就有了。二十个版本啊。哈基，哎，可以借个电话吗？给你草船，草船，草船，你要几艘船？我租给你。你要借箭哦。嗯，对，那你要花多少？你愿意用多少？看你的心意喽。哦哇，那来个30哦 ，OK。30哦。30钻哦，可是 你在抢劫哦！30钻哎，好缺哦！好，达成耶、欸，谢谢。然后你看你在那上属性上次我喜欢不是那个吧？这个是坏掉的吧？没有，这是好的、啊、哦。没关系，他反正他有20攻击力啊。哦，好，可以。没有，觉得没有更好的吗？你觉得更好就好了。你没有，没事。你可以借我副手，那你有副手？我有副手。副手我有啊，副手这个你很需要，一定很想要。哎、欸，对，这个是巧克力帮我点的吧？好像是这个副手。好，我需要。很多攻击哦。对，五排攻击。那五排攻击。好猛哦！不要咬我。啊、好，哎、欸，换嘛，你要交换吗？这个你拿我的吧。哦、我不用，我一样拿盾牌就好。哦，我拿盾牌比较安心一点。好，什么两个蜜蜂被绑在这里？我的，我要捡蜜蜂气球。等一下，好，有食物吗？我要等晚上。我那个下面墓园好可怕，一只已经被炸死了，我要重来了。小蜜蜂，炸死一只，对，炸死一。等，我去拿一个喝的。好，我切。那我要找一个蜜蜂，嗡嗡嗡。我觉得我好像流浪了一整天。好了，一块冰都没看到。不好了，它其实就是不好找地形，像有些像你想找丛林找不到啊，不好找。它有比蘑菇岛难找。副本没有，副本没重置。哦、oh, 哎，我刚吓到了，我挑战过了。哦、oh, ，抽打过了。抽打。啊啊！挑战失败。啊啊！出 bug 了。出 bug 了。直接挑战失败。对啊。为什么？光铁。我们按进去，他就失败了。光铁会死吗？啊哦。我还进去就失败了。你们就拿几个光碟吗？我全部4级，然后两张额外你新增的那两张，各一张。全部4级，哪个4级的？攻击、血量、时间。哦，各一个是？对，各一个。然后你额外的那两张。全抛一个。不，下雨了。我先把它关掉。下雨了。额外拿两张。一二三，嗯，还有三种会爬的 ，Spider and Zombie 会爬的是三，另外一个是二，二三只 ，OK， 好，这样子，我给你们来个哪两个啦？时间跟攻击的，HP 的还没有，
HP 的速度没有四阶啊。没有，我们没有速度啦，我们没有用速度，我们不是时间，我们就这三个四阶，三个啊、哦嗯，然后对，然后速度有吗？没有，你时间要用，没有速度，你时间要那么挤哦。嗯，你要简单一点也是可以。我想说，刚刚问你要不要用三，我刚才也有在想，那用因为你看到、哦、你看到、哦，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啊。这样你看这样，嗯，跟这样，我先看看是哪里出问题。好 ，OK。嘿，进去就出问题。你说差了两倍吗？差很多。就我在想要不要打难一点哦，那就我那就来啊，好啊，哦，这个很可怕哎、欸，我觉得很可怕、啊，他就不怕、啊，他反正哎，好了、啊，简单一点，简单一点，先试试看嘛，下次再来啊。下午看怎么打，我至少啊进去就出来了，对，马上出去，那不错啊，比上次多哎、欸，上次才300颗哎、欸。上次是这样，三百克，上次三百克，对呀、啊，三百克而已耶，三百克，天哪，有道理，再一个啊，好，再一个，啊，好，这样就今天打这样，啊、这样子应该是不要砍到对方，应该都没事啦，对啊，好，可以试试看，好，出发，耶、yeah ，好了，对应什么问题？我有更新一下这个副本的啦，就是登出会自动失败，那登出的那个积分板没有重置。嗯，究竟酱油会死还是我们先死嘞？啊！我看你血量没有满啊。喂，我因为我打算要 KP 你们了。哦，怪物转变了。哦。哦，好可怕哦！有多扯哎、欸！毒啾啾，好，那、欸、为什么我被传出来？嗯，我还没在面嗷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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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痛啊！嗷嗷！啊，雷诺的，错了，哦，吓死我，差点死掉嘞！可怕嘞，在打雷诺，太可怕。没事，增加一点刺激感啊，怕你们那太无聊，太刺激了，太刺激了，要出事了，要出事了，阿飞，出事了，阿飞，哦。杰克的血，毒蜘蛛的很难产呢，毒蜘蛛不能放了。对，我觉得不要，干脆不要放毒蜘蛛，它的攻击距离太长，摸不到。哦，可以啦，是谁？杰克呢？是海灯笼，我都快死掉了。死掉有那个汤就好啦，多做点汤。没汤啊？没汤。我没汤啊，你母汤、欸？我每次进来打，我都不带汤的、啊。不，母汤，母汤，母汤，因为我都用吸血剑吸的。母汤油，母汤油，说不定你带汤就可以，就是轻松打了。哎、欸，这个也可以解，有可能。好了，都好了。OK， 剩下中间了、啊。我拉，僵尸炒大肠。怎么了？没有，只在看到僵尸而已。这就好吵了吗？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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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棒。那，哎，晚上了。要多少水瓶啊？你还在叫跟那个朱古林交易啊？对呀、啊，我要养主金顶了，我还没抽到十颗中间太多了吧？你还好没加时间哦，打不过，这毒蜘蛛太麻烦了，对吧、啊？我觉得掠夺者算简单的东西，对，跟你们说就是毒蜘蛛跟掠夺者，厚一点点这样。
哎、欸、哇、嗯，你不要，哇，你骂我，哦，快哦。派哦，没有啦，那个东西我都喷出来了，不是喷出来了，喷出来了，嗯哼哼，杰克见，这个画面好爽，等一下，慢的吧，我先做一下，好了，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呀，那你顺便帮我还哈基，好，没问题，十只蜘蛛。啊啊啊！很好笑。妹妹妹妹妹，背着洋娃娃，被吸走了。我吸怎么了？怎么了？被吸走了。被吸铁光点子。我什么什么？你想要被什么？啊、有一个石头被哈基捡走了。没有没有到啊。这是你的吗？对啊，是我的。那我放里面。啊哈，这个跟这个，哎，走到花园来看花，没写名字啊，秘密，有字字，我觉得我在今天找不到那个蓝冰了，我觉得你倒不如回来，然后重新传，对啊，是蓝冰，这样会比较重新找新的生态域这样子。冰砖人，这个不是可以直接往上合就好了？害怕？啊，先有冰块，冰块和冰砖，冰砖和蓝冰，就这样。冰块和冰砖，这我还真不知道、欸嗯。啊，冰块怎么？它其实可以合，我记得是可以合的。它后来好像有改，以前好像是不行。还是冰块和冰砖而已啊？蓝冰可以吗？我就不知道了。好像可以，只是可以四乘四变成三乘以三，四乘四变三乘三的，嗯，哦，所以冰砖可以合蓝冰，可以冰砖，三乘三可以直接合一个蓝冰，三对啊，哎、欸，我刚汤喝掉了、欸，我其实在差点出事是不是，对啊，哦，我刚刚是因为我身上会多带一把吸血剑，变大交替用。因为我回复效果啊，但没回到。啊，被咬了。哦，我最差最后一只蜘蛛，哎、欸，死掉了。啊？为什么蜜蜂突然死掉啊？碰到水的。哇，这样是不是要重来了？我就差最后一只啊，然后就死掉那个了。没事，他没有说连续，没事没事。没有连续吗？没有没有没有。然后你就把什么了？什么没有啊？没有写名字啊？没有啊？又没写名字？没有啊？没有啊？又捡了别人的石头了？没有啊？没看到啊？我经过有名字啊？怎么有名字？哇！我怎么没看到啊？那是你看错了，那应该不是你的，那应该是就是本来就在那边的。业障重哦！对对对对对，业障重，业障重，耶，障重！过年快到了，可以做个业障重。我可以绑小雨吗？我就差最后一只蜜蜂，我把小雨绑小雨。你要不要告他？告了啦！我就是告。哎、欸，小雨，你要占正职的机会。开法庭，开法庭。哎、欸，等下，他这样讲话很危险，你要不要有赚钱的机会啊？开告了啦，还不告、啊？我觉得我的法官不在啊。哎呀，差点就可以去打官司了。有实习法官啊。他的徒弟，叫团团远端远端，哎、欸，对耶，远端开庭，远端开庭。哎、欸，还是我就现在去告你好了，我赢了还可以拿64颗，只有你可以拿好吗？对啊，这算是他任务嘛？是他玩的。那好吧，太难过了。哇，小雨很开心耶，64颗，对啊，很赚耶，赚翻了，赚翻，赚翻，赚。哎、欸，这样你还可以在那个哎、欸、跟我索要哎、欸，我索要那个钱。对啊，我跟你要赔偿，是赚吧？赚。先获得那个任务的奖励，然后再获得那个波波解任务的奖励。对。人生赢家哎、欸。哦耶！是不是不是？
是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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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是火把不会升光。等一下，我也觉得不会升，因为它的亮度到十了、欸哦。对啊，哦、假的，是啊，你自己看是会升啊，你不要把它插太近而已。对。不能它插太密，它跟红色火把差不多，但是没插太近。红色火把有这么亮、哦、啊？它比火把亮一点点。对，红色火把是八格吧，还是六格？我查一下哦。蓝色火把十格亮度就不会升怪了吧？会。会吗？要不是七以下才会升吗？你七以下才会升啊？就七以下。我们上次那时候在玩那个什么？那时候什么蓝色火把会升怪了？谁跟你讲的？那时候就是我们整路都插蓝色火把，生一堆怪、欸，哦，超爆多怪、欸，就是因为两插的中心啊，哇，这边好，要不然就我要换成红色火把，那你就换红色的，哎，这亮度是十啊，应该照理来说十就不会升啦、啊，哦，但我不知道是那个怎么地狱一些会升怪，因为地狱最暗，地狱没有亮度限制啊。还是对地狱不会受亮度影响，对吧、啊？你在呢？这个求验证，因为我们上次的是真的升超多怪的，真的哦，是争夺赛吗？还是也是争夺赛？奖金争夺赛的时候，嗯，哦，我去换火吧，哦，升超多。我就做成灯啊，掉在上面了。这灯也应该有太亮吧？因为上面跟下面那个啊，格数、哦、说有距离的。对啊。嗯，灯哦。哇，这边插火吧，真是要插一阵子哎。对啊，是有上面的。哦，不然就更复杂一点。你做红石灯。然后上面补线路，要打怪的时候打开灯来。哇哦，哇哦，大工程哎！你还要在中间先把夹层挖开。对，有这种苦活不干，我还是做红石火把好了。我不干。Oh my god！ 太密了。挖开之后，你还要准备很多的荧光石跟红石粉，做成荧光灯。嗯，天。你怎么都在金龟附近啊？他是必须找的吧？哦，是啦。哇，是跳跳哎、欸！哦，那我要去玩。啊、来帮我洗脸，帮我洗脸，快点洗我脸啊！旁边有那个耶，那个叫什么？少界塔。你要不要记一下？我们可以去洗那个村庄英雄。不对耶。对啊。哎、欸，洗我脸。啊！不不，是洗我说，我也有，可是洗脸很棒。对，那什么就可以一直速度。对啊，你就不用怕打到人啊。我们去看一下他。一二三四，一二三，牵起手，牵着手啦。我不知道怎么输出的感觉。我到底有没有打到啊？我好没打到，好怕打到人哦。没关系，又洗我脸了。打他，打波波，趁机打波波。耶咪！这附近有四颗，跳空地直接好了。四颗啊！我快死掉了，我剩四颗星星。回家。好，四颗打到了。我要后退了。我先去看一下坐标。你看，然后记得分我一份。60颗。等一下哦，自己有几个人？一告诉我，加我，没有他进，没有他进，呜，一二三四五，五个人，哇，兔肉汤哎、欸，这是换的兔肉汤，我知道，这是找村民换的，我换了很久，我知道，哦，然后这。而且我在家，我还没拿。至少我没有说你打开你的统计，看看谁杀了兔子这样子。我敢开我的统计，我统计里面没有击杀兔子。这样子呢？还没弄好呗。这道扫界塔，对，扫界塔。
会有不祥之兆吗？你要打那个有旗子的，打那个有旗子的，看谁背有背旗子就打。阿斗我都没有背啊。你可以累积到五个之后再回家，我们就可以打不祥之兆五。哎呦，会有七波还九波的。可是那个不是根据困难模，就是根据。没有啊，没有啊。困难模式的话可以到，可以到那个很多波。哦，原来是这样，我一直以为就是固定的。所以是这个少界塔会一直升，那边就是会升。我的哦，对，拿旗子啊，会拿。这样子蜜蜂还会出来吗？下雨天，那就把它 变成没有下雨啊。对，我差最后一只蜘蛛了。现在我们任务勇者是 Bobo 了，今天是赚钱日。上次花太多钱了。哎、欸，九点半提醒哦，打副本跟播广告哦。哦，我按个广告。广告。其实我有时候真的是会忘记按广告，我常常忘记啊。哦，天气晴了，在那边。谢谢音乐。你刚刚在找吗？对，我刚刚在找。哦、oh. 哦，有拿第一张了。第一张。怎么都找不到？我走了、啊、我要去把村民关起来，所以我打第二只棋子的人他就会变成不想知道二这样子，对，会累上去。好好，那等一下来玩。好啊，嗯，来刷啊，可以刷复活图腾儿。对啊，对，你们打副本就比较好打了。你说复活吗、嗯、对啊对啊，嗯，应该不会拿奖杯去救吧。哦，你是说颁奖的那个吗？对啊，太亏了吧。要用也可以的，就很浪费，很亏。可以的，要用也是可以的，一生一世的。那我大老鹰奖欸。对啊，好。你要把那个两掉了奖杯流传给你。没有，他在搬到里面去了。你看有没有要解女巫龙？我看到了，我看到了，可以再拉一只，然后解伤害药神那个。嗯，不要射我，不要射我，不想删喽。哎、欸，有了有了，我终于解掉了！哇，我只救得了你一只蜜蜂，其他的被射死了，我终于解完了。你的蜜蜂从哪来的、啊？从你，对，你培育的那里，我会帮你反。你看班长就这样子啊，班长，蜜气球、啊，这样子那个钻石是不是应该？可以，可以，当然可以，当然可以，不用了，当然是没问题啊，校长应该。好，那我这样，你给我对不对？我再把它丢回去给你，这是我对你的新同学的礼物，这样子。哇、wow. ，OK， 免钱礼物哎，凌晨版。那我怎么没有新手礼包之类的？新手礼包有啊，就是你现在拿的那个钻石啊，对不对？哦、够新了吧？对呀、啊，多棒、啊、哇！拿花花了，校长亲赐哎，亲赐。哇，重要的不是那个钱，而是校长的双手。对，对啊，校长温柔的手扶持着我们每一位学生，好可怕，抚摸着每一位学生。你们来台北的时候，我去你脸上抹一抹那样子。哎呦，我要录影，因材施教，或者你音要特别拉长，不然那样子怎么说呢？就正常的说因材施教这样就好了。因材施教，不因材。为什么我这边会就是要有一些字就是要这样子念吗？哦、我改成全部都看得到。我以前是这样子、欸，就是朗读。因为我朗读的时候也没有这样。字正腔圆吗？字正，字正腔超不会。腔啊，没有。字正腔圆，可是讲话不会在奇怪的地方拉长音啊，这是两回事。
我跟你讲，因为恩安个什么？对啊，就是恩安不是有那种，就最后我一定要拉一下，这是这叫卷舌儿，要讲要卷舌，要讲文学。有没有看那个阿依林那个罗兹瓦尔学一下？好累哦，字正腔圆。好了，等下等下就会有那个罗兹瓦，我他叫什么？罗兹瓦尔，罗兹瓦尔的粉来告你。他有粉吗？他有粉吗？哇！我的天哪、啊！我的天哪、啊！危险发言呐、啊！这位同学。因为其实我刚到现在都不知道是谁，那一个应该会有粉，我觉得。光脚妹子我也不知道，对啊，她是妹子吗？啊，是男的，就是那个，是他啊，拿红色火把的那一个。我一开始以为他是西索的，哪个？他很像西索，他声音低头也很欧美来的，就他们宅邸的主人。对对对。哦，雷姆跟拉姆的主人，雷姆那个应该会有粉。你说、啊，哦，拉姆喜欢的那个吗？卸妆，他化妆我不行，卸妆可以。化妆我不行，那都化妆之后才会是音调才会变那样子啊。你你，我讲话就这样啊，他只讲话就这样啊，我们讲话都要这样子呢。那还蛮适合我的。嗯，好像日本人语音讲话也是会有时候什么什么呢，什么秀，他不会这样绕来绕去。日文的语末助词比较多吧。嗯，然后韩国的是요什么什么요，然后你哦，สวัสดีค่ะ。台湾的嘞，干干，厉害。哎，对，可是你知道"干"这个词是被法院认定就是台语的语助词。你说直接单纯这样讲的话，对，因为有人就不是有那个吗？就是脏话了收集表，就是那个价格表。你说龟儿子，对，也是啊。因为如果像我们平常讲话的时候，如果你不是带恶意的，只是当做就是这样子，哎哎干这样子。但是我觉得这个要看通篇呢，就是你不能看单个字去解释它，前后对对对对，要看前后句。对呀、啊，就是不好说，不好说。对啊，就哪天被告的时候，等一下什么？对不起，蜜蜂闯进地牢啦，不地牢啦。哦，我刚刚。你就是你、哦、就是你就是你抓到了，我救不回来了。你救不回来了还是救不回来了？带进去也不救他们。这个蜜蜂身上有没有写名字？有，他是谁家的？他在翅膀上有写姑姑。有没有大雕？有没有大雕？真的是多血呀、啊、蜜蜂我来带你了。欸、他影片真的很强、欸，所以我救不了他们了，就我救的，竟然他们没死。欸、有生怪还是他们是走过去的、啊？我不知道、欸，哎，没有，有些是黑的啊。哦，左右两边还是黑的，所以哦，我靠！哎呦呀，我到底盖了什么？嗯，盖了一栋豪宅啊。你那个建设很不良。真的假的？我要去看一下。哎、欸，我已经不知道我在盖什么了，我的天哪、啊！刚刚我听逼他，结果我直接撞头。那是我在测试哦。你的 Rocky 设计不良，要先撞两下才下来。哦，看来今天是雨。哎，有没有冲？有没有冲装保险啊？酱油。冲装保险哦。我也要，保险可能会贵一点哦。没事啊，没关系，没事啊，很赚的、欸，风暴都赚的、欸，对啊，要冲多少赔多少，哇哇，哪只不跑？只能到多少爆掉都理赔多少、欸，对啊。我觉得在这里开保险业不太赚，感觉大家都会诈领保险我没有诈领啊，我是真的发生的，我们要问清楚啊。对啊，这个应该很难诈领吧？这都会公告的。你最故意重保，对啊，重啊！结果每个人都会把家死了，为了领保险金。
然后说那个只有耐久可以套用啊，然后耐久不会爆。哎、啊欸，我们多一个保险叫做耐久的保险，就是怕你耐久爆掉。嗯。哦哦哦！你们要打，你们要打那突袭了吗？突袭，突袭！你回来就打、啊。好，五阶的哦。来、啊，五阶买东西半价哦。哎呦，我传波波那里哦。等一下，我等一下可不可以留一只杰瑞兽给我？好，杰瑞兽，你要拍照、哦？是会打篮球那个吗？对。他可能不太会，这个不太会，高口人啊，他会顶球，不是他可能一过来说要不要打球，要不要打桌球，很烦，好了，可以来打了，可以来打了，可以来打了，哦哦哦，我啵，你要到那个啊，离电近一点。哇，不想制造五哎、欸，好扯哦！不会啊，打五只啊？对啊，怎么会扯？好了，只是波士会很多而已啦。啊，准备铃铛，要准备？不用啊，敲一敲就好了。上课这边就有。对啊，可以去他家顶楼敲也可以啊。哦，他那是自动的哎，你可以那个。在哪？只有铁巨人在上面烧，在那个很多马这里，很多颜色的马这里，七彩战队，七彩战队，十六彩的吧？十六彩，十六彩，外面吗？龙舟池，哎、欸，对，龙舟要举办的，对不对？怎么这么快就又剩一个了？哎、欸，对，龙舟都又要那个了，哎呦，又到了，对，又要再运一次船了。哎、欸，他不是敲灯那该回地洋吗？是啊，那想是太远了。敲下再跑，现在没有，现在突袭啊，还是下一步还没来啊？还是刚上一步我有敲，我也没看到亮。敲应该是要会亮才对。对啊，欸、对，有亮了，看到了吧？你看 ，Bro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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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恐怖哦！真的好凶啊！我都还没砍到，我怕可以被砍哦。我觉得好可怕哦！我的刀看不到人哦，刀也看不到人，是我的剑。超恐怖的！哇，这叶妹也是不饶人。哎呀，同一个地方，同一个地方，同一个地方。杰瑞兽，杰瑞兽，杰瑞兽，留给我，拜托，拜托，留给我，拜托。你要其他吗？啊，那个啦，解每种怪物，每种怪物哦。有，我打到了，我打到了，应该有，我看一下。比较好奇的，这结尾兽算吗？我不知道哎。你在解成就啊？对，他解成就。每种怪物打一次，那我要打一只，每个人都一只啊。对，反正有很多，反正现在有少界塔的坐标了嘛。嗯嗯啊，对啊，可以啦，其实很好打。是我们家附近不是之前有一个少界塔？没有啊，有吗？我没印象哎。不知道怎么，我们家附近有一只出，那是刚好出来，那是随机，好吧？哦，玩家身边都会出。嗯，哦，我以为是。还有一只吗？哎呦哎，商店吗？哦有哦哦那个啦，色办这边有一个，不一定，发光坏了吧？啊，你怎么被刺啊？昨天包什么时候中了野莓？上次就中了，我知道上次就中了，应该是说不知道是谁中的。走开啦，换，要不要再敲一次啊？太多啊！那个右前方，右前方，右前方，我看到了。哇，太多夜妹了吧？啊！夜太美，波波在危险。啊！波波很危险。猥亵！你刚说猥哦，猥亵没错啦，怎么了啦？要曲解我的意思好吗？有，那个他进家前面，结尾兽是什么？突然要吗？有要吗？我他在谁家就打谁嘛，就给谁拿。哎，他想打吗？哈基真的很喜欢去你家哎。
我家为什么会生？为什么？哎、欸，肯德基，肯德基，快去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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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爆，买爆！他不是肯德基，在哪里？请问为什么会打到橡木栅栏呢？谁打？谁拿斧头吗？那斧头很快呢。他不是肯德基，在哪里？那是蛋挞。不是，在哪里？没看到。十六色码吗？啊，那个哈基家后门，啊，侧门、哦、发亮了啊！蜜蜂去蜜蜂蜜蜂家里面，哎，蜜蜂里面呢、啊？小心动刀，刀要。我跟他讲，刀子不长眼哦，那个蜜蜂，蜜蜂小心哦。我老鬼，我老鬼，哈、啊、哎，有一只在，有一只在哈基家里面。是谁杀的？还没，还没死，看着。还有没有换魔者？哪里还有换魔者？等一下吧，等一下，应该接下来都会有。我看一下，任务剩几只？34/24。那个也要一只只统计，根本不知道你自己打了什么。对，打了29。就外技打了一只算一只。哎、欸，你好，今天你家二楼、三楼。好，我两只接回收，拿接回收喽。换魔者，我打了。你有打那个、啊？接回收在撞我，接回收，要不要？有，换魔者，换魔者，看看有没有要。打了，我也打了，我也打了，打了，25了，有了。哎、欸，是换魔吗？这一波打下来，我现在51个绿宝石了、欸，好多、哦，掠夺啊，好玩啊。哎、欸，但这个脑鬼其实不用怕、啊，精英 boss 都会超啊。对啊，对啊。按摩者，帮你按摩。这夜妹也太多姿了吧？啊，刚刚不生气死了，他不睡觉啊？是不是还有一只啊？没有，现在升新的商店，我在那边，在那边。操作，这好快，这好快！哎 ，Kido，Doki，Doki。哇！哎呦！两个人被哇！我的点好远啊！哟，还有没有要打幻魔？还有没有打幻魔？哎，我打了。娇气啊！这次幻魔怎么跑这么快？要嗑药吧？他对，他会那个女巫丢加速药水给他。有没有要打脑鬼？脑鬼要打哦。我打过了。打那脑鬼。哎、欸，出装英雄获得，耶、yeah, ，胜利了，胜利了，在这里买东西是半价哦。那鬼，那鬼，你说老鬼？我刚刚想说你们在喊阿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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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这村民什么时候收起来了？我怕他们上次就被屠掉啊，我很怕、啊。哦，了解。被老鬼弄到死很多次。嗯。我好想，你在笑什么？不会内装哎！天啊，我刚摆床随便摆了一下，然后被说很像灵堂。阿弟，这蛮像的。这个给你。哦，蓝冰，哦，你找到了。这个刚刚我很努力在挖。对呀、啊，我找，我不行，我今天一定要完成它。他不是要演主吗？等一下，没有吧？十六个，这个给你。有看到一个什么？那个是没有，那个是海灯笼。哦，那是哦，是一组哦。对啊，睡觉吗？睡觉吗？没有，我按到，哎、欸，你要睡吗？睡觉，我就可以睡啊，好吵啊。等一下，等我一下。爸爸有点远。好吧，有点。我已经给过谁了？我忘记了。我。我杰克要跟他讲啊！我没点过，我没点过，没有给我，没有给我，没有给。再一组，再一组，当做成就那样子吗？你要自己去统计哦，自己统计哦。可以先告诉我，哎、欸，天啊，是谁？这个，先睡觉好不好？先睡觉好不好？对，你要早上再慢慢想。对，早上就想起来了，睡醒会比较有精神想。天亮喽！天亮喽！我给了杰克，然后还给了哈蒂，还给了影月。H 有很多人呢、欸。哦，对，
那你打 HG？ 你还有几个？一个？你给巧克力吗？这页面也太多汁了吧！因为大家都不睡觉啊。光碟，光碟。哎、欸，我想。我可以委托人来装潢我家吗？我懂我懂，可以哦。你去年这个有啊，你拍了任务啊？我们哎呀，他有没有接而已啦。啊，对，那个养鸡养鸡的那个我弄好了，水啦，可以去偷鸡肉啊。可是下面想改成那个哎、欸，漏斗矿车哎、欸。可以啊。啊，嗯、现在是哪边有问题？你现在是哪边有問題？你现在是哪里有问题？哦、你好像很呛哦，很呛是不是？你现在是哪边有问题？多一点洋葱。嗯，我真好奇。欧宝在哪？怎样？我在阿旺家。阿旺在哪？我委托。如果委托四组钻石会太多。哎，好，我去。我来。装潢我。哇，我来，我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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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我来。不是。我装潢一个火把，好，我完成了。不是这样子的，那个当然是要阿旺说 OK， 你才可以走人。对、啊，当然是要会一直说不 OK， 当然是要整个弄好，弄好，我觉得好看就好了。啊，这样子我们要签合约啊，那只要三次修改机会，对，三次修改机会。我就先放一个火把，哦，不行，放两个，不行，放三个，不行，好、哦，好、哦，这我自己装完就好了，我要你干嘛？哎、欸，超凶！我要你干嘛？不是啊，放三个火把这是，不要火把插你头上啊！你放蓝色火把厉害吧？哦，火把有三种，一般火把、红色火把跟蓝色火把，对，还有蓝色火把。谢谢喽！哇，你们真的都是很会装潢的。这很会装潢，最佳装潢家。我赏你三个经历好了，三个经历，找我还帮你送保险哦。送保险是这样，这个吗？火灾险，保固三年，三年也太废了吧？这什么？十颗钻石？啊，包包你没有放光碟啊？没有。那十颗，我今天没打到那个想要的光碟，箱子啊，箱子都有啊，你没有你要满意的、啊，想要打时间的，你要多少时间？速度啦，速度啦，哦，难怪没有，速度我有，速度不够 S3 的不够吧？我只有一跟二而已，已经用的差不多了，前几次的 S3 的三两块 ，S2 的四块呢。哦，有那么多、哦，我刚没仔细看。对啊，因为我只记得说上次用的差不多这样子，就没有整理一下。哎、嗯，是33块啊，33块。那我慢慢用。有没有枪玉？没有。啊。看一下有没有东西都吸光光。今天是火把魔人。火把魔人感觉很酷，特殊称号火把魔人，到处插火把。你上面那个，我们原本那个平原已经插满火把了。还好只是魔人，不是怪人。你上次挖的那个都铺好火把了？不是的，原本的。哦，欸，那个那块不是原本也是你挖的吗？对啊，好猛哦。这么多了，欸，对了，中介龙算生物啊？你说要击杀的对象吗？啊，算，他要打一只。那你们要那个，哦，要去打九团复活龙喽？而且我们要一人一，这是围要围绕到，嗯，哇，那个，啊，眼泪跟那个珍珠玻璃就好了。好了，现在滴漏100%不会烧掉了。哦，因为漏斗矿车会吸的比那个岩浆还快，叮叮叮叮叮，比漏斗还快，对，对，三四五，对，我要再去打一下副本的。哦，对你还没打耶，今天呢？哎，哦，那戒指怎么合？黑曜石加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哎，中介水晶怎么合？
那个啊，玻璃，然后眼泪珍珠啊，记不记得我们之前玩那个狼人杀？狼人杀，爆米狼是那个同一个做法哦，同一个做法，我以为是假的哎、欸，你说另外弄出来的这样虚构的？哦、啊，原来是那个内建的那个合成表，对，有指令写出来的，自定义合成表，那去挖黑曜石。对耶，我们的 高校好像没弄到自定义合成表，到时候我来弄一下好了。自定义合成，那会想要自进那个做什么的？好好奇，看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啊。你说扔出 TNT 会变成手榴弹之类的吗？哎呦，上次没有那个真的笑死我们。哎、欸、，TNT 超好笑的。哦，团团你要 TNT 吗 ？Q 出去，点不起来爆了。妙花的视角有个白痴，是王国啊。对，还是三个红石头可以合成红色斧头。哎呦，可是那装材质爆啊，不然原本的这个没有红色斧头的东西是吧？不过这是好主意，感觉不错。是，还有红色火把，你跟、欸、红色火把你找出来了没啊？还有，我刚看到有绿色火把、欸，啊，绿色，这是模组了吧？真的吗？对啊 ，ATM 吗？它上面写什么绿化汞啊、绿化钾、绿化钨，会有蓝色、红色、紫色、绿色火把。那个是工业模组吧？是吗？版本没看过这东西呢。你的版本跟我好不一样哦，希特酱油。这个版本也只有头可以吧？只有七只头。像我是另外一个世界跑来的，真的、欸。其实你现在直接 Google 找蓝色火把，会跑出一个彩虹火把 Minecraft Wiki。真的吗？啊、就是刚刚酱油讲的那些啦。那个、其实你直接搜寻火把就有了。对啊。有哎、哦。哦，他们说那个是 Minecraft 教育版。哦哦。有 Minecraft 教育版。有教育版，教育版东西很多。然后跟我们现在这个差很多哦，在骗，怪你会查这个哦，在骗一次钱，在骗一次钱。我们刚刚讲的红色火把跟那个火把只差一个字，你知道吗？酱油啊，哎呦，他没有反应过来 啊，对，他还是没反应过来啊，海苔好好吃，哦，好好吃哦。OK， 坏了坏了。我买了三包，我已经吃两包了。你说在含量太高了，你要死了啦！你要变木乃伊了啦！不能吃这么多啦，一天不这样吃太多了啦。酱油防腐剂太多了啦，它好好吃。不能，它是毒品。风之谷也好好玩呐、啊，那 是不能一直氪金下去，会死。氪也不能。是不是有人中枪啊？对不对，我应该还好吧？你可以说说你的账号的价格，好吧？就偶尔氪一下，偶尔两万三万而已嘛。只看到嘎波好可爱就氪啊，对啊。下次就看到那个杰克开直播，标题什么花了200万，冲什么？我觉得我不会到那样，不会啊，他不会啦，他没那么多钱啊。少一点，没有少一点就有了。10万就有没有？10万就很吸引标题，我觉得。哎、欸，对，这不是很多哎、欸，国外 YouTuber 吧？就是，因为最近有看到有人就搬运的影片，就是什么、哦、你做什么事，我就给你多少钱。哎、欸，可是、哦、可是那个到底赚的划不划算呢、啊？我真的觉得不知道。我知道那个什么，好像大联盟还是什么。就好像他们游戏大联盟吗？就这个不知道到底有没有授权呢、欸？对对对，我也觉得，我觉得是没有，因为他们之前 LOL 是确定有授权，可是后面就不知道。他是突然就开始在做麦块影片，很突然、啊。对啊，然后都是就那几个人的国外的影片，然后我不知道有没有授权，就觉得我看我都连那个影片都不太想点开来，因为感觉好像帮他们冲。我后面都没再开了。没有，就会反而就去哦，看到这个，然后去点那个原本的人的频道来看。就是如果是有授权，我觉得我那个频道真的是蛮厉害的。嗯，这感觉不知道有没有了。
可是没有的话，这样也太那个了吧？嗯，对啊，万一没有的话，说被人家发现，然后爆出来，那这是一个很糗的事情。对啊，名扬国际耶。不好意思，我们的员工没有什么事。没什么都这样，真是都是员工的错啦。对啊，就是偶尔员工的错。然后说到员工啊，你知道我的学校超扯的、欸，对啊，就是之前不是说我要考证照才能毕业，对啊，就是之前某一张证照，它是网络行销的证照，原本说有，就是它有到达那个毕业门槛，就它。这一次好像这一次报名的时候，他跟你说：“哎、欸，不好意思哦，这张没有那个毕业门槛哦。”然后考的超突然，因为我还没考，所以我没有受到影响。但是就是问那边的教授啊，他说：“应该是那个攻读生搞错了啦，所以你要再考一张。”你知道当下那个超突然、欸，没有，我跟你讲，这气死！不是这攻读生，哎，都是攻读生的错，没有。我觉得这个就是社会上大家就是互相会推来推去，真的，出社会很多啊，正常啊，这样就是推给出事情可以马上换掉的人。对，还是会这样吗？就是而且影响不大，有没有？对，当时也有再三确认过，对，哎，真的惨。我想养一只沉思，我没有。我跟你讲，那边清掉你就哭得很惨哦。真的。那个区域清除的话，你会哭。哎、欸，对，哈基娃问你，哎、欸，区域清除是怎么清除？呛壳吗？还是就那个范围？区域清除什么意思？什么清除？就是你的生物太多。在那一坨里面，生物太多，那一坨里面，以那个为中心点，附近找一个生物清掉。哦啊，上下格也算吗？就是我如果是盖在很高很高的地方，就是我要放中介门啊，是让那个用摔的方式啊，啊，然后想说如果安德摔下来，如果太密集，上面的那个中介门会不会影响？哇，马上就是歪走了，会歪走，高低有也会被清到吗？那些怪物如果不会经过中介门的话，应该是不会清到啊。那我下一次，因为它侦测那一格，它附近九宫格内如果有太多只生物的话。就那九宫格里面去找，其中就清掉。好，下一集去修，修，先修一修，有经验值的。对啊。现在只能用看的，慢慢把它看过来。对，来啊，打打我啊！然后站在这里，不爽过来啊！然后他们就很生气的冲过来。对啊。然后发现打不到，对，戴森很气，他就会在那边你过来呀、啊。不过我觉得安德这个设定真是有够好笑的，他不会主动攻击你，可是你看他会生气，一怒啊。那个叫什么 Slenderman 啊？他就是 Slenderman 啊，他很低调啊，嗯他抓小孩啊，暴气。哦，小雨吓死我了。对哦，还没买彩票的赶快买哦。对耶，我还记得小雨抢了我的八号，哈哈哈哈出八号哭死，就像上次反击被拦截一样，没事，也是被降了拦截。哦，小雨怎么把垃圾丢在那个？啊？那是我，那是。哦，你好意思讲？你好意思讲？没有，我反正你怎么看到？你反正他看到我，我要叫他。开庭，剩两分钟可以马上开庭。然后坐好，马上好，他有罪。对，评审团决定如何？他有罪，他有罪。太快了。这样子波波就可以名副其实喊司法不公了。他不是污蔑我吗？我审你的那个进度快了一点。我不小心打掉一个树叶了。打掉？你是说我没对称了吗？就对那个刷经验场。哦，不小心打了一个。但是那个应该不影响。没事。
小影的海龟壳收集完了吗？还没。酱油，你知道海龟壳怎么来吗？打海龟哦。不算了，我那时候也是以为这样子。我也是以为是打海龟、啊，不是，不是，不是。啊，其实因为我真的没有研究海龟这块，要知道它的大概。要小海龟变成大海龟的那一瞬间，他们会脱壳。哦，对啊，只有一次机会而已，他们就不会再有。嗯，哇哇，对啊，酷哎，都很神奇。那请问红火把怎么和你研究出来了？啊，想不到吧？又转回来了。以为我忘记了吗？对啊，要不要讲？老师，这不太重要。哎，我跟你提示，他有电路。重要的是谁会中奖？他是红色的，他现在只想旋转别人而已。他原本是石头，来四个字，红什么火把？红什么火把？谢老师不想理我，什么鬼？你被旋转了，你被旋转了。哪里有红火把？红空白，你来，你来墓园这里好不好？好啊。你给我一颗钻石，我教你喝啦。对吧？好不好？墓园干嘛？哎，墓园的墙怎么没了？我也帮你丢。哇！哈基今天要拆墙哎，完全不在意哈基，哈基的辛苦。不是，我今天都在找暖男兵。哎哎哎！你等一下，等一下，我不能用剑挥他，你会死。请问这叫什么？这什么火把？感谢火把。啊、哦！有很难吗？转？我真的我被旋转了。没有旋转你啊，是你在自己旋转自己。我刚一直说只差一个字而已啊。我想说红火把。红什么红火把？我觉得我不是麦块老人吗？有对啊，很早就有了老人，麦块老人，麦块一直是很开心的称呼吗？我从一四，我从一四期开始玩的，开讲喽，好，讲喽，十三岁，哎呀，这次有名字哦，没人中奖，会写，好猛哦。更新的，做好更新那个会侦测了，好猛哦！你越来越帅了哎，我本来就很帅，更帅了，这是越来越啊，对啊，越来越啊，我很猛。最近都是中中间那一条，哎，怎么感觉变宽了？对不对？你都说右边没有啊？不是，这是我的右边，他们迁徙了。可恶。好了，回去做了。嗯，别难过，你很帅。对啊，越来越帅，帅爆！我希望我今年能够中我轻松彩。今年吗？今年太卑微了吧！就今年能中。好了，今天到这边呢，感谢大家。为什么刚我回到什么？受伤？打到受伤。嗯，哎，那我刚刚会爬一下，我打什么？这边在打吧，这边呢，这边。哦，好，那我们下一次呢，应该会有课程要上啊。好，那请各位期待。先到这边，下课。先收尾，待会魔力宝贝继续练等。哎，啊，如果要挂台的可以挂台，如果要休息的赶快休息哦。好啦，感谢各位今晚收看。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帮我点个喜欢。想继续看其他系列，帮我点个订阅。我是繁星，我们下次见喽，拜拜。真的越来越猛了，我们的高校。啊，换游戏！我本以为可以挂着，然后挖素材什么之类的，结果没办法哎，魔力不能开麦块。小鱼在吗？啊，没在。他
他端眼多修没事嘛，没事嘛。要啊，我用好开台了。哎、欸，我会研究那个了。你会开了？聊天你要在这边吗？他刚在研究 OB。没有，我这隔壁。好好，我走。我成功遇到了。嗯？什么？成功。晚安，睡得晚安。晚安。我今天本来就是想帮你挖牛奶那些东西，等你好了回来就可以让你做法国面包。结果我发现我来不及耶，五点开始挖，等级来不及冲，而且打卡下去。不知道会不会卡，玩的很怕我如果开 OBS。不会看啊，踹啊，我在踹啊，踹啊，我会拾荒河，真的假的？你给我你的台，我要去看。啊！点赞、订阅、加分享。白痴，不用分享，拜托你。未成台。到时候跟懒懒的那个时候一样，把连结直接置顶。对啊。是啊，需要。音乐色需要这种啊，我不敢要这种。哒哒哒哒哒。反正你脸皮那么厚，有没有开都没差，不会有压力。然后人家是自己女朋友的绝交吧？哦，是绝交而已哦，还好啊。对啊。还想干嘛？还想干嘛？单飞不解散，是不是？呀，绝交不分手，应该是什么鬼东西？绝交。弟弟对。我在吐哦。5分这样开台哦、喔。嗯，对啊，那个是预设的啦。Oh my god！ Oh my god！ 不能够13分开吗？你可以提早开啊，提早开就提早串流啦。我就常这样啊。你要加我啊？对不起，等我一下，拍谁？不好意思哦、喔，乞丐那只还不在这哦、喔，阻止贤贤。去那个，就有点补充水分，有啦有啦。哎呀，叫哦，我知道怎么按提早串流了，按这个 OBS 开始串流不就好了？白痴哦、喔！是啊，你怎么不问我啊？我忘记你是实况组了，不是啦。你身上有卡石吗？欸、卡中？我都满的耶。有哎、欸，等一下你要吗？我小鱼可爱那只身上有很多个卡中，是不是不用很多个，我那个粉轮流用就好了。没有，我就是两次而已啊。剩两次，我也剩两次啊。啊。因为我们都一起的啊，白痴哦、喔。走了，还、啊、要换水晶啊？
不是这种地水对不对？你要不要换？你要买吗？地水比较安全。地水我好像有一个，我好像昨天习惯捡到一个封地啊，不是。不用买啦。你不买，我的小繁星要买啊！小繁星会死。哦。你想象她是光秃秃的一个女孩子，好吗？被咬会痛。你要买50/50的吗？50/50，买好了，不用换呐、啊，你累积到100看看呐、啊，那个比较好，那纯的比较好看呐、啊。好哦，那你要使用吗？啊？不用，身上还有啊。好啊。嗨，晚上好。晚上好。我想一下，传哪里？应该是这里吧，看一下，印象都忘了。对，每次传过来就快没钱了。噔噔，750好贵哦。对啊。所以每次都至少要达到回本才肯走，要把自己打到很惨。有了，用好了，他在直播了，我好感动，我好感动。反正750，对啊，以前光是传来这些地方就快死，就快穷死。杀人蜂要带烽火，呀，我按到那个，完了完了。又打到我了，他是攻击，普通攻击就好了。我没有按到那个啦，技能。开始。你看，你不按，我要被打了。你的螳螂碰死。我螳螂打你吗？不是吧？螳螂被打啦。封地水晶是。哎、欸，封地为什么带封地？你带封地去那边是完全被大人封克死。那我现在要什么？要什么？换什么？不用换啊。不用换。你的金个好嘞。给我你的直播台啊，不然你贴在我的聊天室啊，我置顶啊。
我还在这边，哦，拿环。卡在哪里？卡在它显示有在。你有没有大声一点？它显示有在串流，可是，你 OBS 的有打对吗？那个串流禁药。有啊，它是错字的而已啊。错字。不 ，copy 的而已啊。对，啊，想一下还有哪一个问题？你是用哪个 OBS 旧的还是新？应该不是旧的啊，你是用绿色界面还是黑白界面的？黑白的。哦，那我不太会。没关系，我自己用，我真的可以，相信。有人耶，你是说这边雪山有人还是他的观众有人？雪山吧，他打在另外一个聊天室吧，他应该没那么笨吧。你们这是都吵过架了，我怎么不知道笨不笨？哇哈哇哈哈，好像宝箱，宝箱，哎，宝箱，299,225，钱扔掉。不要水150，要给你吗？不要，你自己喝。不喝，不喝，啊啊啊！我补也只能补一个人，我是要给你，也是丢水，也是要放对吧？要么丢水，要么技能啊。我写宝什么？我宝也是补自己呀、啊。那好吧，那我有空去，要不然我们可以拿去卖呀、啊。打卡，打卡，有一个小时，对不对？嗯，你右下角商城领取看可不可以有一顶？有哎、欸，对吧、啊？今天有那个镊子问号，开个一小时呀，开个哎、欸，等一下哦，遇到怪了。嗯，打开宝箱是，哎，宝箱是不会开到那个卡死，不会，开卡死也太赚了吧？谁还不买钥匙啊？你在想什么？不对，卡死只要20点可以去拿，我贴的网址都有，是那里的，那个牢房打水蓝鼠的那里啊，那边可以练到2526啊。那2526之后就是去刚露露打的杀人峰那边，或者是那个神树杀人峰再过去那个神树。哎，宝箱之旅。
啊，怎么都一只？然后讲完之后就蹦出八只，还被偷袭。来吧，去玩杰哥大赛吧。等一下。好，你好再说。好。不是，我叫你停一下，我开卡，我要开那个。你开啊，又没关系、啊，我没遇到怪。我开三小时醉的。小时。三小时。哪一只？小可爱爱。给我踢掉啦、啊！我也骂。骂？为什么你可以？我可爱，说什么？我不是可爱，我是可爱爱，可爱爱，没错，可爱爱。不行，可爱爱啊！用办法试试呢？你想练到四十？可以啊，我觉得我们行。你要死？那我活。对啊，你刚刚150可以用。我是150，200耶。那就用啊。怎么会是200？你刚不是150？嗯，没有啊，200的水刚捡到的。哎、欸，他说生命力回复是150啊，可是是什么？显示 bug。我喝错了，哎、欸，不是啊，就我喝错了。你是喝到剧院送的吧？你是喝到官方送的那个吗？哎、欸，又有了，843，104块是啥小？我一直捡到面包哎、欸，很好、啊，我自己会做了，不用。这边是冰冷的面包呗。好吧。开到钱了，不会哦。我那是金钥坏掉了。金钥坏掉，那就在更新用啊。我在想。对不起，我不该想的，因为我之前是我这个 OBS 它是内建可以绑定那个 YT 嘛，嗯哼，它就是可以，就是说你这边直接登录你的 YT 账号就可以用、啊，但是我没有用这功能，所以我一样是用金钥的，你懂我意思吗？我懂，你要每一次都要网路有问题就要换，对啊。而且我之前很认真的在用，我之前连绿界都用了好了，啊结果，没事啊，就是要试了才知道啊。真的啊，我想说，我可以赚点零用钱，给自己买个包包。买什么包包？我就想要买包啊，我一直想要买包，然后一直被，然后老君都不让我买啊，我有看到宝箱了啊，老君就在冷冷冷冷，好开心哦，最棒了。老巨表示靠腰啊！我一只屁啦！我操！哎、欸，为什么是我？咬你总比咬我好吧？也是啦。对呀、啊，我可以帮你呼呼哎、欸！你受了伤了，他帮你呼呼。我也想到这首歌干的、欸。那、啊、就这首歌，不然还有什么呼呼的歌啦？还有一个、啊、梁静茹不是一首呼呼？我唱。宁静的夏天，繁星。帮你呼呼天，什么呼呼天？老耳，没有必要使用钥匙，拆一个。
种子问号，五千就掉。卡片问号，我一直开到钱。武器店外面太多人乱丢东西了吧？那里面没有，等一下不要再拾荒了，先弄好开台的东西，不然大家都没得看那么精彩的画面。哎，那如果明天还要继续加开，你也有想要做法国面包，就算了。觉得要先就是给我熟悉一下做法国面包，等正式开服的时候我才可以。那我跟你讲哦，就是，你可以的话尽量留那些小麦粉起，就是都先不要做。你可以开，可以把小麦粉那些东西混在你的这两只身上。哦，对啊，因为我会帮你挖，对对对，我会帮你挖牛奶跟盐巴，也不用囤那么多啊。如果你是试做看看的话，我是试做看看啊。因为剧烈的话，小麦的路比较难走，那路过程中都也会打怪这样子，所以最好做最好烈的就是牛奶跟盐巴。嗯，知道我在，我在点看，因为我刚在技能的那个画面，所以要谢谢。法国面包，棒哦！种子问号，跟宝石问号。都问号，问号。怎么怪嘞？编辑词，点通一文。好像可以了。嗯，可以停一下吗？就要开个再开闹钟关。对啊，打卡、欸，你要停吗？我要另外一只叫打卡，所以要停就停。不是啊，你打卡闹钟什么意思？我闹钟在另外一只身上。嗯，然后嘞？我两个共用一个闹钟、嗯，你要给我时间停下来丢出去。你没有，你还没打卡啊、喔？还没。刚不是叫你打了吗？有啊，
好。你要面对面丢欸，不要每次丢到一个奇怪地方又捡不到，你是白痴，你会怎么捡啊？完美。好了。都好了。都好了。你要习惯面对面丢，不是丢随便丢。你刚刚丢那边，你还要走两步好吗？有没有听到？有，我懂，我懂你说什么。那刚刚怎么没有做？因为我不知道他要怎么丢，我才可以控制他方向。右键就可以控制方向啦，右键儿。你把它放在哪里，它就会。什么东西啊？没有，昨天交易面包就跟你讲说要面对面，你看哪边就丢哪边。都是怪，我有点紧张。好，欧元拜拜。欧元拜拜。进去储水，辛苦了。好嘞，老君，你可以帮我看一下我有没有成功开到吗？我看看，我知道你叫什么名字了啦，想说，好算了，不要公审，不是公审啊，不要讲出来就好了。可是你觉得他名字真的很奇怪吗？啊，他不是说他名字很奇怪，他说的名字很难听吧？哦，你呀、啊，你呀、啊，嘎嘎你呀、啊，嘎嘎你呀、啊，你呀、啊，名字不好看。欸、突然觉得两个人战力不够、嗯，一定不够啊！有啊，能的话就是尽量满五个人会比较好啊。你叫啥？那要讲吗？不是两个字吗？你不是两个字？第一个笔画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你的姓是不是第一个笔画是九笔画？然后他就说：“我不会算笔画。”好呀，好好，就要重读书。我把我的那个贴在那里。哪里？你可以聊天室啊。打拾荒的话，不会。那我背背那怎么办？帮你姐背呢？我贴哪里吗？我贴在 War Life。可以说网址吗？可以。怎么说？你不是可以？我来，我来，我来。拾荒室，荒室。耶！看到伟伟了，他在跟护士摸摸。闹钟，可是我看人家很想要点，他是要的，差点就拿到了他的。哎呦喂！你思考一下，要玩魔力，就看你，你看我玩的过程，觉得吸不吸引你啊？这里双击都很好的。那现在是大家就只想练到三十等，看到死亡，好，看死亡。我是怕经营不了，经营什么？不会啦，那个，你只要有个采集系，
应该说你无聊上班挂摊，你也可以就是挂着去采东西、采材料，然后买拿去卖商店也可以。这样子有懂吗？因为毕竟这是免费的啊，以前如果要月费的话，那才恐怖的。那个我不要说你了，我自己也经营不了，我从来都没有在魔力宝贝身上真的超过50000块过。我学技能有时候后面的技能也有到5000、10000这样子，还有20000的，嘛不是20000，20000是就那个升阶。我们从见习生到正职要5000块，正职再上去要多少？10000块，10000块再上去要20000块。哎、欸，他跟我抢升级啊！妈的，他在我面前抢走了我的宝石。因为我想走捕食路线。你想走捕食的话吗？那我后面不会走像这只的玩法。我现在这只不是传教士吗？因为就是你看攻击很低，但是它就是补啦，作用就是队友受伤就补血这样子。这只玩一只就好了，其他玩两只战士这样子会比较好搭。要睡的晚安。晚安。我每次都石化哭啊，石化还有攻击到，哎。大家看到我捡东西有障碍了，每次都好像老阿爸弯个一下腰才能捡得到。你有时候都要踩过那个啊，踩在东西上面捡啊。对啊，对啊，笨啊。你颓废了，没办法，颓废什么？因为这个不像希望说什么坐下可以回魔回血之类的啊，然后放 buff 啊，然后就没有事情做了。今天在 DC 打日麻要哭了，怎么了？被谁虐了？你说兔窝的吗？谁欺负你？兔窝，他今天成功进去。嗯，啊，谁欺负你？我帮你欺负回来，你把他踢群。不用吧。哦，原来是小鱼哦。我才被你欺负嘞！我欺负你什么？等一下，我对我做了什么？你自己说。哇，你抢我灯欸，我对你做什么？你把我账号登出欸。下午对我做了什么？你自己想一想。我做了什么东西？好好的想。你想不起来。ban了我。你说昨天下午欸。今天下午啦，我说你想一想，你今天下午做了什么？还是我刚刚讲昨天？你真的声音是很小，而且又很糊呢，可不可以不要趴着、啊？我没有趴着，我只是躺着。有连宝都没了、喔，哇！谁呀？别想了，3颗还不是没了？绿色还不是没了？对啊，绿色3颗，还有什么？我现在3颗，我是想拼单骑的哦、喔，是不是很有梦？嗯，有梦最美。哦，在这里。它最低是最高是几层？这个吗？是啊。忘了欸，有2122吧。告诉大家一个，我会都会去石荒的地方，就是那个抽彩券那边。没有啦，那个地方不叫不会有。正常来讲，比较好石荒的是银行啦。正常情况下，现在是因为大家那个钱都分析。像我今天就是分身那个啊，
我分身就是随便开，然后又五千块拿，说夸不夸张？夸张。对啊。哪个小鸡鸡把你断了？谁？到底是谁？你可以讲出来啊！你就直接讲啊！要我们这边猜猜到，然后有没有猜错又尴尬还是什么？雅乐哦，哦雅乐哦，我可以断家、啊。没有哎、欸，银行反而没。一路的小可爱，路的小鱼可爱，开东西咯，包包不要满哦，应该没满吧？不知道啊，你满，满，卡片问号，宝石问号，问号，有一颗黑色的宝石问号哎，那就是黑色的宝石啊，哦，总之宝石那个东西是做东西才有的，而且这边前面地图里那些宝石其实没什么用。哎、欸，好不好有用、欸？因为其实前期那时候我玩的版本，当时没有什么人做装备啊，没放到。昨天这账号抽到美金，小鱼可爱抽到美金，好可怕。所以前期卖掉那些卡片，捡来的卡片断了。他死了。哦，没有哎、欸，还撑得住哎、欸。你要不要自己吃法国面包？不要。五两百的你不吃？你喂我、啊？你不是开到法国面包、啊？你是开面包？开面包啦，不是法国面包。那你自己吃啊。啊，那我吃。我帮你吃，你不是有开到，你就自己吃哦，不然占你空间。到了，我刚刚以为你说你有法国面包要给我吃。外卖。我刚刚以为你说你有法国面包要给我吃。哦，你最后的音会不见。啊没用啊，你的低音感要调而已，你啊有什么用？哎、欸，对耶，低音感调不就好了？哦，你好棒哦，低音，这样子，好嘞。我等一下，我吃面包。哎、欸，这里好多东西可以帮我去捡一捡。捡什么啦？你要捡什么？那个？哪个？啊？五钱是不是也是没用的东西？没用啊。哦，好吧，那没事的。不是说没用，那个是 2.0 的东西。我只要讲 2.0 或 3.0 的东西，就是不会有的东西。后面会开放，我不知道。可是现在是没有用的东西。没有用的东西。不缺被无视，不是，是他问我问题，他叫我帮他捡东西，然后我在听。可以，你在我们昨天就是这样子啊，你在不看台啊？我们昨天就是无名到奇力村祭典，然后去就职完弓箭手之后，穿奇力村再走过去学乱射。啊，学乱射的地方有点远哦，你如果是两次的话，你一定会死在路上哦，一定会死在路上，路上怪很多。小玉，干嘛？天哪！
紫色的，紫色的。没扣扣要去哪赚扣扣？你是说正规路线吗？正规路线，如果你想要稳定赚的话，是零行。如果以师傅现不啊，公测现在你就是重开开分身去拿5000块啊，我是没有这样搞了，比较麻烦。哎，对，是你教我开，直接去开的哦。赚钱，不然就是你开传教士去学狩猎啊。不要跟我抢新下的东西。生意真的很难做耶，现在。看你无本生意在那边干。明堂没经验，你是说赚钱啊？你是说赚钱，没有跟我讲说你要练等，顺便赚口口。你赚钱跟赚口口一定要择一啊！如果你要赚钱，你在几等？抱歉，我吃东西。你在几等？20等待灵堂还是有经验啊？28启动啊，启动一个也是100多块钱。关键就是体力村外面，或是学路上，小迪大风雪那边也是练等赚钱的地方。可是只想赚钱的话，就是体力外面吧。可是也不建议在奇力村外面练啊，因为外面的火焰鼠打人爆肝痛。我捡到一些鲶鱼洞验证过的宝石。鲶鱼洞的话，你要再学乱射再过去一点点才能办法。我刚刚讲错了吗？宇宙的黑玉，还有破损很严重的铜镜子，要冲40吗？能的话尽量喽，不能的话就算喽。哎，喂喂，有那个吗？有新的攻略吗？就是35之后还是跑雪山吗？还是有什么官方自制的？啊，他的因果出了吗？有后续了吗？话说目前会想学因果，我就想学啊。公测结束才会开啊，啊，所以他公告那是白痴的，是不是？好哦，感谢感谢。会在树那边了，这是树走到底喽，所以还是等级需要一定的等级才能过去喽。看呐，他们好像防御很高哎，看不太懂。不是啊，我就说了，不死系是克人形系的啊，而且你属性要对才会打他痛啊。有啊，速去我走到底啊，石城。露露，你去树里面打啦。狂风真的咬人太痛了，我觉得里面的熊咬人还比狂风不痛嘞、欸。
种族，对啊，种族啦，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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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块而已，我好像很贵，哎，还失望。有卡片哦？不是那个破损导师。本来想要今天做指甲，可是想到算了，还是玩魔力好了，然后我就没做了。嗯。那边满怪打卡今天多少？12000-13000。哦，没有哎、欸，更高。14000。难怪有，难道有18000？我会卡，交换书55块吗？宠物啊，好欸，我捡到一本书了，有55块了。积小成多，好吧，那这样，平小刀可以卖吗？好像可以耶。不行。哈。我连你捡到一只四等的石魔，就卖掉啊？还是魔，然后卖掉，有200多哎、欸。对啊。爽。哎、欸、哎、欸，等一下，不要卖汤啦。这东西。以前这边四五转岩洞，对啊，固定就四五转到岩洞。最早的钱是多少啊？是打圣招对不对？圣招3。我当时记忆只印象我在雪山练到51等，就出2.0了。帮你吃料理啦，不然给你吃。不是，因为我怕卡住。好，给你吃，给你吃，你帮我吃。不要，我的意思是，你帮我吃，好不好？不好。你帮我吃就可以不会卡啦。这样子的吗？对啊，根本。
没有。是不是先打完后才练功？好久以前，你说打神兽吗？神兽要先打过才能啊。神兽打过才能打圣招啊。我们要先去当坏人，把坏人解放。稳定一点，一定不会了。我也希望啊，是不希望有人会想玩一直断线的游戏。二十二层，快了，快到顶喽。然后你之前不是说什么他会那个迷宫不是会重置吗？对啊。那他有没有限定时间说什么时候重置？还是他水，我记得都两小时吧。我是你两小时没有爬到顶，就要被提出去的。对啊。可是那时候在跑那个树的时候，打熊跟树的时候，发现好像二十分钟就重置一次。这里面迷宫不像迷宫的，蛮短的。躲到顶楼的重置什么意思？我上次不是跟我昨天不是跟你讲了，地图重置之后，你赶快走出迷宫，它重置不会影响到你。啊，你遇过才知道啦。我们现在走的地方都会重置掉，等一下会遇到一个黄色迷宫，那就是走出去的出口，出口不会重置。我们现在的过程才会重置，听不懂？听不懂。出口不会重置，你是说上下楼梯那些不会重置吗？上，现在你看到的楼梯都会重置。啊。哎，有水晶出去的时候才不会重置。等一下你会看那个黄色水晶，到我再跟你讲啦。哦，我知道，像进奇洞那样子的水晶，对不对？对，你。黄色水晶走进去，它是进去，然后走到底之后，还会有黄色水晶走下去，是出去了。然后再，哦，那我懂你说什么了。你确定？我确定。好，解释给我听。就是地图它会有一个，它最顶端跟最末端都会有两个水晶。嗯。那最顶端，你只要赶快冲到最顶，然后。等在重置前，在那边出去，然后再进去，就是最顶端的，是吗？对。这样子吧。还有互相抽从 PK 挂卡，什么意思？你说用 PK 打卡，然后人完全不攻击这样子吗？这在干嘛？我不知道哎、欸。欸、我问你个问题，你说他不是角色，不是说他可以删除角色吗？哦，躲虫子哦，嘿。然后他删除角色之后，还要再按一个键吗？还是你按到删除就删除？我记得他是按 Ctrl 啊。哦，好的。你问伟伟啊。啊！
我在频道双子九的人要给我东西吗？拾荒者回来了。拾荒在银行前面的房子哦，可以给东西喽。行啊，我在这里等一下。你确定叫什么垃圾车之类的吗？好啊，之后开一支叫做想一个酷炫一点的名字、啊。你可以开支角色比较黄，叫垃圾车。不可以叫资源回收主任吗？感觉比较好。看你啊，看你咯。哎、欸，为什么你有戒指？有戒指。那个、啊、加15魔力的戒指、欸。谁？最最给我的、啊。哦，那个哪一个叫什么名字啊？雅夏阿、啊，对不起，阿霞福子戒。哦，开箱子开到的吧？哇，你连这个都给我，你没有法师？阿霞福子戒哦，抽宝石鼠的箱子。海俊抽到的吧，好强哦！你确定不自己拿回去吗？哦，对啊，创角色剧抽到的，也没有发现。你不是有说昨天是抽什么吗？啊，不是跟你讲说黄色的是抽宝，那个宝黄色是抽饰品的。哦，是抽哦，我昨天都只抽蓝色的，然后全部都公布。哪有蓝色啊？只有绿色跟红色啦。啊？那是什么？那个啊，你不是说他是写什么水什么的？只有火焰鼠、宝石鼠跟大石鼠，没有蓝色的。抽宠物的是哪一个呢？红色的火焰鼠。哦，对对对对对，一个抽钱嘛，一个抽饰品，一个抽宠。我吃面包哦，吃哦，小可爱吃，哎、欸，吃不下去了，被突袭了。定了哎、欸，这边没水晶，好更正。好了，有个棉，这里连这里个面包。对，在救。因为宝石鼠的海军比较好抽到啊。有没有听到？绿色的彩券比较好抽到东西。哦。面包还有一点点。哎、欸，等一下，有人原路丢很贵的东西。等一下，他是不是想诱惑我？对对，你看一下，踩到我的方块了。我看到了人原路丢东西，他想把我引去怪怪的地方。我去，哎，是哦，为什么我点开网址，他说系统发生错误？没了吗？欸、有了有有有，谁原路丢一块钱？不是一块，是5块！哇塞，谁那么有钱啊？不就最最吗？那不是最最吧？最最或疾风案而已啊！问在哪个分流的？
钱啊，我好快乐。哎呦哎呦哎呦，这我好爽哦，道具难以满价。欸，是真的满的。这里大家都人很好，感谢你们养我，太感谢了，就是借有温度有爱。伟伟，我看到了，感谢你。伟伟，我下午看到你挂在西，对吧？银行旁边的传送，那开裂了。螳螂死去，快一车番茄。螳螂死了啦。你像这里很多番茄，这螳螂四十个为一组的番茄，是四十个为一组的番茄。你螳螂死了啦！我知道，那我可以怎么办？我不能怎么办啊？你叫我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啊！你就直接回我，我能怎么办就好了，我想等你啊。哦。可是我不能救他，不是吗？他一定要医生。乱名啦！螳螂。粉伤，你给他喝水啊！给他喝水，看一下哦，他补个500滴血。我的伤还可以。好看到一群小坏坏，会不会有人觉得我们一直进去这房间奇怪？哇，你们是不是想要把这房子塞满东西呀、啊？他们很扯哎、还有人要做面包的，等一下你材料，不要帮你。最不要打在这里，你这样子我会忍不住对你做坏坏的事。动一下，我的天哪！
我看到伟伟在那边丢钱的，我看到案发现场了。好了，我帮他装，可是我身上没空间，没空间，懂吗？我要有空间才可以待。刚刚是谁丢面包材料给我？你不在做了，所以如果你要可以进来吧。哎，我小可爱没魔了，我知道。谢谢。我就在这边地上有，你只有捡到东西、看到东西在地上才会搭声音比较大，你知道吗？是假的。骗你干嘛？你问他们啊。这是我压抑不了的喜悦。对啊，所以不知道把你调200%，要调100%，我不知道啊。那我尽量不要鬼吼鬼叫。很难哦。我可以的。螳螂被咬就会大叫了吗？刚刚螳螂被咬，我很大吗？你现在看到钱不大啊，你画面看到螳螂背影就知道了。忘记有捡到面包吗？剩一两次就不要乱射了，小姐。好，知道。你最好知道。你知道快没面包了吗？知道。你为什么知道？
因为我很久没做面包啦，所以我就知道你很久没面包啦。那你还一直用？你不是知道？你还一直用？还是我可以开那个三十等的那个礼包？那很亏好不好？三十等是补三五百魔哎。好，看你啦，看你啦，看你啦。你开，你开，你开。就可以用普通攻击了。料理，华欣，你要吃吗？等一下哦。再排一个爱心，他们再排一个爱心，怎么那么可爱啦？我延迟多久啊？我要看一下传送点。我再也不截图，这太可爱了！哇，你延迟有三十秒哎、欸，是假的？对，对不起，有报应。可是这真的值得帮我麦？好了，我会麦克风的，我发。以前我都这样干呐、啊，在地上扔钱，然后摆爱心，要不然就是以前还有卖地毯，然后在地毯那个用地毯摆一些东西，不然就去采花，然后做个花的大道，康庄大道。我觉得你的观众人都非常好。无心者有个无心成果，疾风，你不是要拿面包吗？怎么去拿？快放在那里，可能长个蟑螂之类的。多僵尸哦！
有人哎、欸，有人偷来捡走面包了！哇哇！打字啊！他走掉了，已经。啊，那是我另外一个账号哦。又死喽！我还没25滴血。反正你死一个。他中间还放一朵花，哇，太感动了。啊，打招呼，那我扔水吗？没有啦，怎么啊？我现在可以扔水，我捡到很多水啊。那你扔啊。好。要不然，哇！估计要登出了。不会的。还是先放在银行吧，等你过来，我去打个打点哥布林好了。好像没什么面包了。魔力下载不了，哦，因为你是 Mac 对不对？之前讲过。苹果电脑，下载不了是优化吧？那我记错了，拍。只有初心者料理加多少的？Hello， 初心者料理是加500。那你播这只，播小繁星。好，小繁星，补了。还有三个初心者料理，抵的啦，补多少、都叫初心者料理啦，补多少啦？500的，我不知道都叫料理，都叫初心者料理，你要我讲几次？哎，我还有三个补500的。
电脑是你哥不要给你的，所以是什么、啊？不知道，我不知道。苹果电脑就是很大的一个苹果啊。对啊。W 啥的 ？W Window？ 那怎么会载不了？你是载在哪里？西槽还是低槽？在厕所，天哪！你刚开卡时开多久？开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装在哪一槽有差，因为我有个朋友他是装在机槽装，我打不开，然后低槽装下去就可以了。边看他在那边分享他的心得。所以你装在机槽。没有，就试试看呐、啊，不知道是低潮满还是西潮满呢、啊？是不能执行，应该这样说。晚安。晚安。有人掰卡了。你要移他吗？我没有移了。他能量很大咩？不是啊，你试了吗？你试过就知道啦。
他几居哦，没注意耶。老鸡哥，老鸡哥，好像老鸡哥，好可爱的形象，好可爱的名称吧。可爱没有，我说你叫他老菊哥很可爱，我不是说老菊哥很可爱，是说你这样子的名字很可爱。一哥吗？天哪，泰哥啊也可以。我是可以，你刚刚有没有打到什么沙莲娜蘑菇？蘑菇好像没有哎、欸。嗯，可以去换换东西。打到魔有什么都没有，等一下，那路上可能遇到一个斗怪，我叫你登出就登出。好，因为我打不赢。好，可以介绍给我听听看啊。这个厨师是干嘛的？就刚刚讲的、啊、蘑菇可以跟他换东西。是金石。白熊肉，回魔力的啦。
好多。这个孔孔大是恐龙大吗？恐龙大大吧，不知道他的名字是孔孔大。你的 YT 还是你的台？我台角色在9分没有看到的，我合理怀疑他是恐龙大。PC 也可以进齁，可以啊，你要进哪里？直播的话，进来啊。手机快没电了，换电脑啊！电脑耳机坏掉啊？那你问什么？问说 DC 能不能进？不耗电吗？是蛮耗电。什么意思？
你知道听现场的是不是？我不知道，没在用，不会用，手机没载鼻屎，真的假的？真的啊，也是啊，你出门的时间太少了。吗？吗？哦，爱心没了，只剩一朵花了。爱心被哦，钱被捡走了吗？嗯哼，你们在玩小精灵。还是那个金币，在做面包了啊！如果你们有要的话，可以去图哦，那个小房间那边找我拿哈。什么？你看到它直接载在本集，是你载下来之前可以选一个登那个载的路径。拖到低潮，什么拖？是啦，是下载之前，你可以在低潮开个资料夹给他。不是，你先载完那个嘛，那个压缩档之后，压缩档解压缩之后的那个东西载在低潮。有开直播，贴来 live 了啊！看啊，啊小鱼，你那个后台应该有个超低延迟，你下次可以勾那个。好，它有延迟、低延迟跟超低延迟。好，我之前是弟弟帮我设定的。没有，这个东西是要你自己后台用，直播后台。弟弟用远端帮我设定。哦。对，我超废的。我很废啊。可是我刚刚研究出来怎么用两件事去背超棒的，反正就一直爬文，一直爬文，一直爬文。哎、欸，你会聊天室了、哦？会啊，超棒。可是他比较麻烦的是，他现在要每一次都自己重新集。你自己丢螳螂水吧。好。螳螂水感觉好恶心啊！螳螂是某一种药水。找到原因了，什么原因？这原因？
不用重复丢哦，白痴哦。懂了懂了。来吃什么？饼干。餐不好好吃，你就在那边吃饼干。你看以前，你说，你说牛奶类的饼干哦？不是，我说你不能吃，不能喝牛奶，那你可以喝豆奶吗？豆浆哦，可以啊。奶的饼干跟制品不一样啊。因为我从小到大都，我是小时候喝，小时候不太喝牛奶，不爱喝牛奶，长大之后反而越来越爱喝牛奶，觉得牛奶好饱、哦，可以那个充饥，应该喝二点吧，应该啊。来偷个东西，看能不能赌博一下。偷个，我不知道有多少空间。哇，哥。你要跑去古博了 ？A B C B C 什么都没 ，C B C A D A C A 没有，没那么好动。没有，我还是在五。哎呀，麻烦。没有啊，抽个头就行。哎呀，这动转率真的偏低。敏堂都快死。好，优花，拜拜。拜拜。好。抽结束，你有要补魔吗？在补浪费啊！啊，对了，我们回补了哈。啊？啊，不是我们那个吗？什么？你就开到十二点？对啊，就想说就魔赶快花一花吧。我不带这样的吧，什么东西？刚刚说什么？用电脑登 DC 结果没声音，你看那个你输出那个有没有调到啊？电脑的输出音效输出那些有没有动到？
里人真的好多哦。哪里啊？这个啊。东一方子。啊，东一就是以前第三地啊。哇，这是什么东西？原石啊。超多的那个。什么？一派史莱姆。对啊。哎、欸。他是不是要给别人的？我是不是偷别人东西了？没有啊，他没有取名字，靠要死了。啊，没得啦，亏了，这波经验。这里好多。他居然一万，你是这样吧？哎、欸，等一下，那个人不要跟我抢啊！白的。我下来了，他自己围着自己绕，丢一圈那个碎片。对啊。这周我会抢吗？这周我把它当宝贝，回补对不对？还可以再抢。还可以再抢，好哦。先看，太多的话就逃，可以。还好，来来，把魔用完。如果他最后说他三档，然后本来不是说他是三档封测吗？嗯，如果他最后说他就决定不删的话，会不会群人在那边骂？骂骂爆好不好？好，而且不可能不删啊，钱洗成这样子，怎么可能不删？是的。对啊。他删的很像卡片，让我好在意。完了，狗伤了，啊，这张打完就休息吧。好。血迹啦。没关系的。差八千升等，明天换别只带队。好啦，等啦等啦，粉伤到了，没医生。哇，应该没医生吧？去哪里？欸，白卡小粉，粉伤医不了。对啊，粉伤没办法啦，很容易恶化。什么意思？没有，就是通常急救就治疗啦，
能医的伤就是白伤跟黄伤，非医生职业医粉伤理论上是医不了啦。那可以给，所以我去找医生啊。螳螂已经红伤了，哎呀，辛苦你的螳螂了。我螳螂红伤？别人的螳螂啊，你。哦。我一下就粉伤。螳螂治疗使用前。这是医生吗？你去看看。对呀。好了，明天换捕司带队了。三，好啦，就这样啦，感谢到十二点的收看啦。拜拜拜拜，记得记得。记了两次。好了吧，没钱医了，没钱你要包。要不要过来拿钱？你在小鱼面前说没钱，过来拿钱啊。哇，这样就水面上的小草了。关台砍三刀，对耶，砍三刀，好啦，拜拜拜拜，拜拜拜拜。